关掉。嗨，早安，嗨，夏西，哇，那么准时。哎，我更新是不是？哎，我的 Switch 能更新，我的手机更新不了哎。手机更新不了光遇哎，你们可以吗？原来我被伺服器维护骗了，有维护吗？我不知道有维护哎。哎，我不过我是真的没办法更新啦。手机没办法 ，Switch 可以啊。iOS 更新中很慢，就是好慢啊。我是看到社团里面有人说什么更新之后，然后衣柜多了什么鬼东西的。我想说，我应该没有这困扰。欸，他说什么更新后有什么音乐商店还没开吗？手机有先把商店快取删掉吗？怎么删？要怎么删？商店快取又是什么？你可以更新，我就是更新大概更新到八分之一吧。别问我怎么算的啊，就大概八分之一的时候，就又断掉，要重新更新。啊，所以现在是就这个而已，没有，那就这样子而已。被赶过来了，被赶走了，被赶走了。那我要遁地咯，我要遁地咯。哎，靠腰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哈哈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他怎么说遁就遁，我太抱歉啦。光之逆子，哈哈，哈哈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欸，小海龟好像比较明显了。欸，我想说随便讲一下，哈哈，我遁进去咯。不过还是不能进去，知道啊，感受得到。刚下去就看到破土，就，哎呦，啊，对，有一些不知道，可能有新观众，那个光遇观众吧。我主要不会玩光遇啦，光遇是偶尔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，或是一些更新，或是一些我前一天忘记跑图，啊，今天想起来要跑图的时候会开一下。对，所以。可能不要太期待说会玩光遇啦，因为就是，而且再加上我 Switch 要绑手机打字又很慢，去设定里面把商店快取删掉，再看可不可以更新。去设定里面，啊，商店快取在哪里？设定在哪里？安安。去设定里面商店，你说设定里面有个商店是不是？商店没有，哇，我好多游戏哦，好怀念哦，以前好爱玩这些哦，都没删哎，没有哎，没有商店哎，玩新的新真的好多。是因为有些人是真的说直接给他们说不用还，啊，有些是就呆鱼那哦，呆鱼他把爱心卡住了，他把那个爱心卡住，我不能送他，但他可以送我，我要开始卡那爱心是不是？嗯，应用软体总览，应用软软那个应用软体。辅助程式，对不起，我其实真的是手机白痴，我是三 C 白痴。应用软体总览，没有下面其实好多都已经是，没有就是隔天领面膜，他是完全不领。
他一直都他想要让我一直存在在他的星盘上，一直有爱心。我其实之前也很变态的在干这种事情，但是被对方骂得很惨之后，我就默默把爱心给换掉。借载再载不可以吗？你确定要可以哦？不然我手机就玩不了光遇了。加藤早安，待会换游戏啦。我只是想说，他有更新，不知道更新什么啊？手机又打不了开，手机又更新不了，就用 Switch 更新就可以。然后昨天就是下午有稍微加一下好友之后，然后晚上再睡觉嘛，睡到九点。十点，然后十二点后关台以后就开始加好友，加到十二点半。那早上起来之后又有一波新的好友，然后继续加。然后应该加的只是不知道加干嘛的，复活而已吧。你看，又多了一个叫狐狸的。我好友里面有三只狐狸的，哎，一只兔窝，两只观众。音乐商店多了什么？要等那个啊，等新的那个才有。等，这些都是新的，怎么都是没看过的名称？没错，这些这一页几乎，好不好？几乎都是昨天加的，饿肚子。然后我加了好多。其实加了很多阿努比斯欸，像这个是那个嘛，很早以前的朋友了，我忘记是谁，我加了三个阿努吧，好可爱哦，有人装。亚米，啊！不更新了，不更新了，不更新了，烦死了！还是说现在大家一大人在更新？我真的没办法更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都是大佬级别的玩家。对啊，不是我原本一开始没有想要加，因为怎么说，我觉得目前那些还有持续上线的朋友应该也够火了。那个不是那个动爱心啊，然后不是 X 啊，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、欸。昨天就是点开加，点开加，点开加，就碰到，你看又多了一只月，然后有些撞名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我昨天找这个人的名字，我找超久的，你们知道这第一个字怎么念吗？什么雨？你们知道吗？你有撞名吗？没有。我一天可以一颗爱心，太多朋友可能会漏火的，我就很怕啊。但是啊，也没办法、啊。你看一下，我新的 ID 九天玄女，把它改了。字，我是打旗耶，旗石的旗。那时候找超久。棋有太多，那个在用 iOS 太多，好亮好亮好亮，我觉得我一定会撞，而目前撞到一个叫做夜莺的，然后狐狸三只，夜莺两只，那夜莺的话我是加了一个爱心，加了一个樱花啦，哦，听说他是个正妹哦，因为那时候我有看我 FB 的话，那时候我想说。他就拍了那个 QR code 给我说，他刚好好像在跟谁聊天，然后就那个手机又变个圆圆的头饰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欸，蛮正的哦，欸，我不是用这个姿势蹲下去的，欸，我刚刚不是用这个姿势蹲的，欸，哇，我好强，
好啦，我们今天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，因为昨天其实跑快四小时欸，他们昨天都在捡金人，所以蛮多都怎么说，蛮多就跑得比较仔细比较久啦。这没展真的哦，想加他 FB 好友，那些都是社团你 po 文那些加的哦。我一开始是在社团 po 文嘛，很多人想要加我啊，我都跟他讲说可以，那个如果有开光遇实况的话，可以来问问看。那到后面是有一个是说什么，从2016年那时候就在追我的实况的，都想加我好友。我想说怎么办，人家从2016了欸，而且不是那种那种就是突然在那个社团 po 文还认识我的，是那种老粉丝。然后我就好吧，开个先例之后，就有一个人说看到上面有大大加好友，请我也可以嘛。我就说好啦，给我 QR code 啦，然后就把编辑文章就改成说开放加好友，可以加脸书好友，可以啊。其实脸书我认得出你的是谁的话，我都会加。像我昨天也加了优越啊，你有看到我的贴文，对吧？哎，这也是昨天加的，然后这个也是。哎呦，不能更新，我不更新了，我不更新了，我不更新了，开心不开心？看一下屏幕亮度，自动锁定30秒啊，改天再来更新我的光遇吧。是不是一定要更新啊？我不敢乱加恐色的我，你还不是加了北七？你还不是加我了？我昨天看到你，你昨天有加我啊？还在那边说不加？哦不，优一怎么了？钱爆了吗？你是不是又不能抖了？我是说不认识的，我靠！不会啊，我以前是蛮喜欢加妹子啊，看看正妹可以让心情很舒服，可以让心情愉悦。不吐，跟我一样爆了嘛，我的凯不能抖。哦，又花在哪边？你这个礼拜没花在我这边还会爆，你花在哪？你说。那我本来想说，我们就是找应该说，比如说哪天画画，就是好友除外，自由除外嘛，从第一这一页开始，然后从右到左边数第几个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是这倒数第几应该好了，第七个嘛，然后第七个就是往右边推，可能第八个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是一二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有点尴尬。可是我按右边的话是这个先在这个，那就是把它抓出来画这样子。看正妹可以延长寿命，对啊，就5分钟寿命啊。所以人家说抽一根烟可以看一次正妹。我来代替各位的意思小抖一下，感谢小兵的超级留言。不，我是指不更新的部分哦。哭啊！你骗到了超级留言。汉赛科延长寿命，我是没有啦，我是不会延长到啊啊，然后。都是担心是那些新的朋友是
可能看到我会也是都冲过来的那一种，造成说可能以后跟呆鱼佩佩他们在跑图的时候会变得更难，就可能就是他们先那边弄好之后再传过去，传过去的时候再对，就是弄好之后再传过去。女生看男生会加速排气管。可以加吗？现在吗？我等一下坏游戏。来，你要加什么？来，你的称呼，你的平台，你是手机还是 Switch？ 然后你的称呼是什么？等一下我画面给你，你就暂停，然后加好友。啊，艾坤，真的好想睡哦。我啥都不知道，天哪、啊！太烦心哦，好想回他们嗨哦，可是，我看一下哦，挥手在哪？这里，嗨，直接，嗨，欠炸？为什么叫欠炸？看一下哦，怎么加好邀请，然后手游端昵称录音，好了，来，这是你的。你暂停，你现在暂停，你马上暂停，然后这是你的。哇，你这个头真的好好看哦！你有挂台上，好，那我换游戏，你们就不挂了。Switch 更新下载剩25%， iPhone 更新却连10%都没有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不能载呀、啊？好烦哦！就不要今天什么待遇配配都载好了，我却不能载，就我却不能跑图，没关系，我自己跑。那昨天也其实蛮多热情的啦，就刚加的就说繁星跑图了吗？可以带你跑。我说没有，等下要睡了。然后不然就说没有，我还在加好友。好啦，我换游戏了。各位拜拜，各位拜拜。你手机更新一半了，好，不理他们了，关掉。无情，我换一下封面哦。编辑，光遇结束了，光遇结束了。哎、欸，你昨天帮我练鼠王了没啊？我想说，你好像都没空的话，那我是不是还是要自己练比较好？光遇结束了，我们要玩什么？谢谢凡凡，不会啊。光遇结束了啊，我们要玩什么？血魂。早安，早安，完了完了，关于王家要跑光了。对，我昨天只带小鱼跟 Joko 啊，一直吗？他几等了？抓鬼！SKY， 完全拟章日期。让无意上先看看快乐什么东西，有一直什么？你是说带吗？可是我昨天没有感受到你有在啊。可是Joko昨天不是等级都很低，你是不是说谎？
昨晚要穿女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终于搞懂这款忍者游戏到底玩什么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没有那种天赋系统还是什么的？那如今被我找到了。就是他调一下音乐好了。他这个啦，他的我今天早上想说无聊打开看一下好了，因为我多了这个东西，很像仙豆的东西，他说是灵药，然后他就是可以点天赋，比如说一开始好了。然后基于从每次战斗后获得灵药的量拉大一点。好，然后就是有增加一些能力的啦，有没有？我想说怎么可能像这种只是单纯点击还是什么会没有这些东西？那虽然靠就是按键精灵还是什么就比较快玩这款游戏，可是。我就真的很不喜欢按键精灵这种东西，又不是说像我自由连八手吧，那就算了。啊，按错，按错。嗯，就这样啊。然后这边东选选西选选，要看选看。他们都将近九点才出来，小鱼只有六子弓箭六子弓，不是啊？那就不是一直了啊？没有，那我问一下，鼠王几等？我就问你最重要的鼠王几等？那回我没练，难过。应该打个乱玩才对吧？乱玩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，怎么讲，在光遇那个另外的群组，另外一个社团，应该说那个社团会遇到我的粉丝，因为想说我已经在。YTFB 上都有 PO 说我有在玩光遇了嘛？那哦，这个现在这个是天赋啦，这个天赋是自动攻击，然后就是十分钟一次啊。如果你只要结束后你攻击一个怪会加五秒钟。好，题外话，那现在那个光遇那边想说炸出一大堆嘛，那再来也没有想到说又会再加一波好友。我想说在台上已经加够多好友了。啊，没想到实况上对吧？私下又再加一大堆好友。你知道我们后期我们一直讨论女装装啊？你们昨天不是快点1-2点多改？1-2点改在那个吗？红阿波吗？然后。这个挂机不会增加，右上角这个挂机不会增加，一定要打的才会增加。所以我想说，这个就是放置游戏不行哎，它就是要点击哎，逼你要一直点。可见没人看直播，对吧？没事没事，我现在已经很乐观了。也常常在台上消费自己过气这件事情。佩佩安安有没有想我？佩佩有没有想我？你们昨天玩到几点啊？佩佩，我昨天是真的好累哦。最近呢，3点跑到唱歌跟泡芙怪人们聊天，那他们就怪怪的啊。
能否问一下女装的下裙的长度是多短？对，我就问她，你是喜欢膝上还是膝下嘛？对不对？问完裙子再来问丝袜的问题。有，还在想你起来了没？有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手机能更新了吗？昨天我离开就离开了。哇，你这才乖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才乖啊。你的光遇能更新吗，佩佩？你都不喜欢？哇，你这怎么行啊？我想到了，我手机重开试试看。把手机当电脑用，手机重开。机上加黑丝袜，记得要刮腿毛。不用啊，他可以穿两层丝袜，先穿肤色的，再穿黑色的。救命！我刚刚趁休息离开，看一下光遇，结果遇到教主，然后我就发现教主在开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哪一位？泡泡吗？还是谁？小心。谁？忘记刚在场的有三个是新的朋友，三个是旧的朋友。没开的音乐商店门，对啊，音乐商店门还没开，但可以偷偷蹲地下去，但是还是进不去。你是 GG 哦，白痴哦。你好，哎、欸，你玩很久了哦，看到你那面具真的觉得好棒哦，好好哦。可是我就在想说，如果太早玩，我是不是放弃的更快啊？对不对？三分钟热度的人，嘟嘟嘟，要现在更新吗？我是更新不了啦。啊，我是怕说你跟呆鱼他们都你们都更新了，但我还没更新，因为这样子就不能传好友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刚在聊那个大家能不能更新的话，那么问题跟话怎么解决啊？来，我重开机好了，我来看看啊。S K Y， 光遇与你相遇，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没事啊，如果真的不能更新就算了，就算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番茄，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吗？所以主王有练到吗？嗨，克洛伊，所以我真的不能看你 IG 吗？没有啊，西敏昨天不是说可以给我他的 IG， 然后叫我去找你的 IG。可是我还是要经过你的同意。可是教主用 Switch 上线，我手机更新后上线倒是能遇到教主。昨天没练啊，要练我今天练一。好啊，不是啊，你想一下，我可能现在就想玩魔力宝贝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有电脑啊？当然不可能。反正他休息，他还睡。你关于更新完了，哎、欸。还是跟不了哎、欸，我就等你啊。设定屏幕与亮度，然后自动锁定永不好，我就等你更新。哎、欸，我重开机之后，现在更新到四分之一了哎、欸。啊，你醒了，要不要魔力啊？还是你要抓鬼？你看要不要先带小鱼练功啊？顺便练乱射。
乱射哪需要练呐、啊？乱射秀个十分钟就三级了吧？在想啥子呢？在想啥？不可以想我，好吗？恶心。可是我在的话，你就练不到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也练不到啊。我都可以啊，看我，你都可以看我，哇！我没开视讯，你在想啥？谢谢奖励，什么奖励？我纠结了一下，现在好困，脑袋不好。你先睡觉啦，你先好好休息。还需要纠结哦？天啊，哇！欸，至少你纠结了，不会直接拒绝我了啦。其实蛮开心的啦，没有直接拒绝，都好，都是好事。不像我跟番茄的关系，有没有？番茄，欸，教主不要。上班啦、啊，哦，辛苦了。谢谢讲的教主说的恶心，恶心，垃圾，恶男，变态。哎、欸，我更新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手机重开机就更新好了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方法分享给不能更新的试试看。重、欸，手机重开就好了，把它当电脑用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原来我买的是一个掌上型电脑。上班睡觉会被骂吧？啊，是当然的啊，我不可能自己当老板，对不对，小雨？当老板也上班睡觉也是会被骂的啦。嘟嘟嘟，非笨蛋成就解锁。肝好痛，你的肝会痛？看看我填满一张 A5 的工作量。肝不是没有神经吗？你还好吗？你这样我会心疼哦。不会被骂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缺？你到底有没有缺员工？电子邮件、账户密码，不要。这个等玩到真的有后期再来用。喜欢武士魂，小鱼养我，小鱼养他，小鱼，求你了。那小鱼你现在要玩什么？你想要玩抓鬼还是魔力，还是有什么可以玩？泰拉瑞亚，黛玉救我，黛玉没有醒吧？黛玉救我。我讲真的，我是真的蛮喜欢听佩佩讲黛玉救我的，黛玉救我，黛玉救我。都可以啊，你开台你选择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不知道玩啥、啊。好啦，不然我们魔力宝贝吧。看他星盘一直亮着，谁星盘亮着？大家伙，该死的，太疯狂了。所以音乐商店还不能进去哦。对，要等第四个先组任务完成。该鱼的，他挂着睡觉啊，他常这样子、欸。你想一下，之前番茄都挂了睡觉啊。你
你想想那一颗番茄，番茄一丝不挂的睡觉，怎么可能？那我要叫，我不会说报警啊，我会叫警察过来。然后叫警察一起拍照，然后就拿这笔那个照片，就说我要威胁他，勒索他。其实我很好奇，大家都很勤奋的做季节任务吗？当然啦、啊，那还是那个就算做完还是变白啦、啊。到处睡的男人，对啊，那野比大熊躺下来三秒就睡着，欸，然后我姐有说你有问她那个嘛，那个猎人猎那狩猎材料的问题。啊，你们最后有聊得怎样吗？因为我姐是说你要就直接出多少卖这样子，不要就是不知道啊，有主见一点啊，要穿女装就穿女装啊，不要那么没主见。好，这游戏先到这边啊，我们来冰湖钓鱼好了，小鱼来，我们来钓鱼，来钓鱼吧。Iceland， 你又找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，哎、欸，可是我不是说什么意思？温玉，嗨，你好啊！恭维，打爆恭维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想说，你就去看那个卖寿烧的啊。小鱼 ，Give me a sign。为什么我听不到？等一下，我重新。Give me a sign。喂。你好。哎、欸，里面啊、你好。哇，你变 A 告了。干你才 A 告嘞！操，你是操你娘好不好？我 A 告。妈的，龙子说我是瞎，龙子说我是哑巴。被翻当个食材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就去到处看呐、啊，到处去看别人卖的那个食材是什么的。小鱼今天休假吗？他休假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还是我换游戏。我看到西敏出现在日麻区了，西敏出现了。吉敏刚刚在日麻疯人院一啊闪了一下，吉敏，卡弄西敏，你也出现了 ，Hello， 不行啊，因为玩这个的话，小鱼就没有游戏体验啊，他的那么差，嗨，早安西敏，换游戏。小鱼还有什么可以玩啊？喂，哎，声音了，为什么？还是没声音？哇，你是把我调零趴？你
你是不是把我调零趴？等一下，我测试一下。好扯哦，先调了。阿农西敏，嗯，有什么可以玩呢、啊？泰拉瑞亚，还是克洛伊？你想玩这个？嗯，我不知道耶，其实好多游戏小鱼都什么啊，都转这个应该是改在前置，然后三的还有什么可以还有什么我回来了，嗨，有声音了没？有了。你怎么了？刚刚调错那个了，输出。嗯。你说我 A 告？拍摄。你说我是 A 告？ Give me a sign。我说你要玩抓鬼哦，好。不是，你选、啊。那你要玩什么？我选，对啊，我说玩抓鬼，哎呦，我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嘛，我配合你啊。你说，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你翻开直播没画面，还是你要泰拉瑞亚？我都行。我看到那个，我现在玩看抓鬼之后，就是很多恐怖游戏在我的 Steam 上边。你谁叫你要看那个的介绍？到底是想怎样？你可以这个也是抓鬼游戏耶，开启新的观众群。什么抓鬼游戏？2019年出的。你可以给我看，用钥匙吧，挖烟火。我不能，等一下你叫我玩怎么办？嗯，我叫你贴给我看。好，我现在贴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叫你玩吗？还没嘛，对不对？番茄，不是。天啊，来等一下，所幸的肠胃，游玩合约三次，理智降为零一次，获得50+的拍照奖励一次。为什么我的？啊，你怎么还没拍？不是拍的、啊，这看起来就很嗯汤啊！啊，你还没贴给我看啊？哦，这款哦，这款玩会晕欸。哦，那算了，哎，真可惜，哎呀，这款优化超差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另外一款，我以为是泰国的一款游戏。哎、啊欸，你要玩这款吗？要啊。不会，它看起来会 jump scare、欸。对啊，这款会啊。哦、那我不行哎、欸，我真的会死掉哎、欸。嗯，我有这款游戏啊。你有这款游戏，可是我没看你有啊。因为我没买嘛。啊，还是它常常在Steam特价，我以为有这款游戏。在那边骗。你在刚就买来玩。我买了就有了，对不对？欸、对，没买，才102块。便宜啊，那来玩啊，理智降为零，我去抽个卡不就好了？对啊，简单耶。你开啊。我怎么开啊、哦？看到了。你怎么开 A 告？闭嘴啦 ！A 告。啊。昨天贵人说要跟番茄穿女仆装。
他讲的、喔。嗯。啊，没有，番茄没投你啊。啊，可是，哎、欸，我本来长怎样？我本来是黑妹，对不对？哪是啊，你是一个嘴巴很大的妹子，发线有点高，嘴巴很大，发量有点少。你现在终于知道你长怎样了吗？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忘记我长怎样。来，你换，我再跟你说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哦，谢谢。有没有发量很高，然后发量有点少，发线高，发量少。跟我现实中完全相反。相反。为什么这样？麻将。人家刚起床就跟你玩，太难过。那你赶快再回去睡啊！办好魔力嘛，魔力嘛，好不好？魔力，魔力会睡。哎、欸，你魔力是开几只角色？三只。好。我本来想要说开一只就算，就是潜藏一下。那番茄，你要开三只啊？开三只才会有钱的、啊。不是啊，就是会有变成说有像你三只，我三只，会有一只就是落单嘛。或是三只都给我三只，你三只，或者其中一只。对啊，对，我就想要玩两只或一只啊。可以啊。我跟 Joko 应该都只是想要玩一只，我们两个玩一只，然后黏在你们那边。可以啊。番茄不在，开店家就是你的工作了。Yeah, 我要训练你。不要。不行，给我训练。地下室、欸，看到没有？地下室下去，右前方就是了。猜测当前鬼魂类型，用 EMF 读取以检测超自然活动。你是地狱哇！你要讲任务目标一，猜测当前鬼魂类型。我去读一下任务。我也要看一下，因为下面这一排有点难了。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，这里的鬼的名字叫做 Judylee。Judylee。你要探明鬼魂回应单人还是多人？开了啦。看没有？没看到坏人哦。没看过骗子。有啊。番茄在那边骗呢，我哪有？只会讲这句话。酷酷表情，我跟你讲。我哪有？我人这么好，我是这种人吗？对不对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通灵板，通灵板。来啊！啊，非得要你玩啊！来，地下室，地毯。拿了没？不然，我以为你要拉上来给我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干！把它摔碎哦，我跟你讲。你把它摔碎，我就快点。顺便拍。来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用哎、欸，你可以用哎、欸。Goodbye。没猜这里耶，对哦。Fyer， 负责。负责啊？我负责啊，吃啊？你在这里吗？哎，雨恋，我加你了。他是不是在门口啊？门口鬼哦。走廊门口，门跟这里六度啊，4.7啊。因为刚刚他就在这边活动啊。对啊。那就摆正。那我可是我十字架丢对了，我好强哦。强哦，你怎么强？哦，你怎么那么棒？嗯，嘴巴是我的耶。是吗？什么是吗？虽然我昨天买币，但我也一直无法养你们。没事啦，我也没那么吃钱的啊，我会自己养活自己，好不好？你养他们就好了。买什么币？魔币啊，
币要买？你说用台币买吗？那你对真的很啊，爱这币耶，因为我们其真的实不知道会玩多久。没有，他真的不玩，再把钱吐出来还给他，对他吧？不会要回来啊。他不会啊，那，啊，我会啊。都没有放。对，等一下。你温度计放哪里啊？昨天找到。温度计放车上。哦，0.5哎。寒温，哇，这鬼！有寒温，有寒温。有寒温。哇，这鬼真的，哎，为什么我们两个玩就那么近？写字喽，写字喽，可能是恶魔，那干啥呀他？没事啦，反正走廊就这么大，他要猎杀的话，应该很难啊，支架放那么近，我这个镜头放得好烂哦。你哦，嗯。我这样说你自己，无敌烂呢、有口听到的话怎么办？会欸，还笑，行。寒鬼附温近使用圣木，比基，你去玩啊。风铃盒没有，点阵吧也没有，对，指纹 EMF 灵球，纹 EMF 灵球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这个游戏现在我们理智不能那个、欸，不能解，因为我们不能躲在，我们不能躲在门口。指纹他一出生就看到我。EMF 可以啊，就躲在最里面呢、啊，你总现金350万，爸爸。抓到吗？呀，翻而抓已，到了。翻而已。指纹，指纹。我在找，他丢东西，好气好气！我拿相机，帮我拿相机，丢给我快！算了，来不及了。敢说就丢就丢，你那么听话吗？吗？没有可以救帮他，我移一下那个吗？你要干嘛啦？摄影进机来，啊。你要放哪里啦？这里，我就是不会放，所以条件也帮我放你就看你面向哪边就丢下去就好了。是这样，我怕关门会挡到。白痴，我没有拿手电筒，爱迷猫的。哦，我以为你说你没拿。找骨头。我死掉的话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哦。我可以马上开车离开。他玩画，他玩画，可惜他玩画，掉下来了。哪一个？地上，这个？怎么那么皮呀？亡魂，暗影恶魔亡魂，猎杀高速移动，比基寒温，你看没灵球吗？美玲。梅林，暗影又是人多，他就不敢移动啊！可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完蛋了。没猎杀，好啦，暗影了啦，就是他了。好，那我进去再玩一下。暗影是啥？EF 五耶，服啊！
那个最容易坏掉的东西。哎，他有开关灯是你的吗？我没动啊，这样子哦。哦，对了。你真的会直接死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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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走吧。先买币就被封，啊，你就小心一点啊！他就是在看那种资金大量流通那种，你无缘无故拿到这么大笔的钱就有问题。走吧。好，为什么被封？别人送你钱也不行没有没吗？有没有，就是。买那个啊，现金交易啊，玩游戏那种有额外场外现金交易，都是会被抓的。公司是不也哦。是啊，对啊，任何游戏都其实都是啊。Welcome back. I've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. 这样子哟。对啊，这样子。你昨天拿了255万，你买了多少？台币多少？我看你是买了1000、1800、2000，给我跟 Joker 每人15万呢、欸。哦，对啊，一只角色5万啊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我昨天有看到，大概就是600块吧，然后五那个，然后一万，鬼才。哦，你拿钥匙了、欸，来来来，教你怎么看，教你怎么看电访、喔。来，这个是地下室。我先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任务一，推车当前鬼魂类型。哎、欸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走，那走，我带你。任务目标二。嗯，不要，很黑啦。我帮你照亮，我是你的太阳。不要。好。那么快，但就是我的太阳。谢谢。那你还说很黑，去吧。勇敢小鱼，去吧。塔罗牌，塔罗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要开，等一下我要玩塔罗牌，因为想要解那个任务。你可以现在玩啊。现在玩，等一下，零。如果我现在抽到零的话，你现在就马上理智平均为100嘞。对啊。哦，不行。嗨了啦，快点啊！那还是晚上再玩好了，塔罗牌。这几个蜡烛真的很不亮、欸。不是在地下室吗？对啊。啊，我怎么找不到？那你为什么刚跟我说开了？我说开了没啊？好了好了，谢谢。哦，客厅又有躲藏点呢。有啊。你在这吗？嗯。啊，这边也可以。算了，哎、欸，他玩铁柜，我来了，车库吗？应该是，我刚刚应该有听到，你去看。404啦，对啦，这里啦。5.5 哎、欸，还是这个啊？负零点七了啊？负零点七，负四。哦，等一等，车，我到了，寒魔。好了、欸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把这个找完玩魔力啦。好哦。你知道我，嗯，我知道啊。不行，
我醒了。你醒了，还是你不醒了？我醒了。嗯。Wake up. Wake up. Good morning.我想拿的，你又拿的。靠背啊！干嘛？在哪里？他现身给你看哦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我刚靠背是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平时不讲这种话的嘛。对啊，或者说你不会讲这个啊。他关我灯又关我门。他刚刚我一进来的瞬间，他马上把门开成这样子。开回来可以吗？谢谢。我靠！对不起 ，EMF 叫好大声。所以现在有互动，没有指纹。这鬼很爱互动哎。嗯，很有社交，他一定喜欢玩光遇。哈？请问这个、嗯、你是怎么？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吗？嗯，没错。光遇就是社交游戏啊，你没朋友你玩不了这游戏耶。你很多东西需要透过朋友才能啊，不要说朋友啦，有利益关系的，懂吗？好，就是至少你有些东西需要透过跟人家交换，或者人家给你。像现在他们羡慕我爱心很多之类的，就是因为这样来的。你在这里吗？不是有传650给你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怎么了？他降价了、喔。我真的有点心动哎、欸，那只招牌的。买啊！我朋友变成你，感觉好伤心。不会啦。他降到500了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就你在等他降吗？继续降，还有什么 ？Give me a sign。哦，我们忘记关灯了，里面都好凉。韩温没了，好，帮你，你买下了、欸。哇，你不在等他短？你不是刚刚杀价吗？450，450，有韩温啊！我在里面喘气吐气了。你在里面，你可以帮我关灯吗？谢谢。你在这里吗？哎、还有喂啊！你要写字，签名啦，签一下名啦。你在这里吗？你要进来玩？好。就是这个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有指纹了啦。其实我刚好吓到。我知道。哎呦喂、啊！不、啊、对，你在这里吗？近一点。你在这里吗？Are you here? Here. 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Are you here? 老师，我先出去。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不理了。他连插都不插我。嗯，很有远见的鬼。我可以绝交。干嘛？很好啊，他没吓你干嘛？我说连插都不插我。早安西亚 ，Hello，Hello。我说很好啊，怎么了？好啊。你喜欢被鬼吓哦？早讲。哎，再进去。我理智多少？只用89了。我还是平均。89你呀、啊。哦。刚好有手，就把两瓶药带进去，不然，嗯，不知道带什么，又要数了。你在这吗？啊，我没有带相机，白痴。我给你啊。好啊。
我再拿个运动感测器好了。喂、欸，你怎么在这么巧？干嘛？我只能拿一个，你还是要跟我走？相机只有一个啊。哦，对啊，哦、我只剩一格啊。相机只有一个啊。只剩一个啦、啊哦。那我去再去拿个东西啊。哦，好啊。还是拿个雪球？还是拿？我都没有啊。没道理啊。笔记。要韩文呢、欸，因为车库很大、啊。嗯，还要玩了？你玩啥啦？玩门？欸、你这样。有照得到吗？有啊，可以齁。欸？他又在动了，他好动哦。哦不，都被拍满了，可恶！不拍了，不拍了。是我在动啊，对不起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等下，暗影的证据是什么？底机？还有什么 ？ENF？ 韩文？有灵球？没有灵球吧？韩文？暗影啊？暗影欸？对不起，那就是底机跟 ENF 吧？对啊。对。嗯，他刚好动吗？没有。哦，他有在动。现在才动。不知道他在哪里？你看。对啊，你也没看领到领球跟点阵。嗯。这个是里面那一台吧？这是外面的，外面的哦。那东西可以玩了、欸。我甚至怀疑那边不是鬼房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有吐烟呢、欸。也是。我再去一次。没有，我上，感觉没指纹。啊，拿大根的。还愿模拟器。哦，一度啊。妈，那就是这里了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两度。哎、欸，又丢我东西。对啊。他很活跃，其实很活跃。他很活跃啊，他现在八级耶，十级了，先生。妈。没呢。笔记没写啊！关门？不会啊，他摸门而已吧。摸门？他很活跃，有什么？是鬼吗？是鬼会一直先行吓你。嗯。不管了，不是他了。因为刚刚现行其实是透明状态啦，然后第二次现行没看清楚。你们觉得嘞？什么证据都没有哎、欸，好扯。好，那个科威，拜拜。拜拜。最重要的居然丢了，这个台灯，
我开灯哦。嗯。哎、欸，电闸被关了，哭啊！他吹蜡烛，还是蜡烛自己洗的？那放很久了。嗯，好吧。欸、他玩电视哦，北七，还是你玩的？走出去？怎么可能？你拿温度计这样一下吧，去照一下电视那边。玩杯子，玩电脑，哎。9:01啊，10:08，9:06。关我灯，这里二级而已啊，你在这吗？啊，这边几度？10度。里面嘞？-6，-6。换了吗？换这边吗？在外面呢。那你要改吗？你只能改了。等一下哦。我拿烟。这里面也是-11耶。哦，不是，改了，干他妈的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你先拿那个十字架。可是这整个都是鬼耶，那个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拿什么？还丢？你还丢？你还丢？好了啦，自己在这里了。我靠！怎么了？你关的吗？我没有动啊。那就是他关我灯了。他关你灯？嗯。你刚刚不是关里面车库的灯吗？还是我没有关啊？是那个啦，运动感测器啦。哦。对，关。太扯了吧！太扯了吧！关门。猎杀吗？不是吧？不是不是，他关那个车房的门。你在这吗？嗯，早安早安，好烦，对不？哎、欸，来玩塔罗牌吧，我就是暗影了。好、啊，找不到证据啊！拿手电筒，还迷蒙。对啊 ，EMF 轨迹一项的，好，就暗影了。是我们刚刚那场不是暗影吗？也是暗影啊。那么扯。对啊，你要玩塔罗牌不是吗？晚上再玩，不然哦，我现在一个人归零的话，理智就很低了。零啊，你零我也零啊。你在十字架还没有阻止到猎杀哎，超扯。因为他根本没低于50%毒气，而且暗影是35%才猎杀，不是吗？昨天看他的介绍，哎、欸，软魂呢、欸？啊？啊？完全没互动哎、欸，好烂啊！换魔力吧，好烂，好烂。那时候我们只找得到一个鬼房哎、欸。软魂我会换鬼房的吗？那也太过分了吧！我软魂会换鬼房、欸，太贱了吧！对啊，这样我要找4个鬼房哎、欸。不会吧？可能就其中一个变而已。
money 宝贝，那我开两个，啊，你开三我个开啊？两，我不要，哦，好我吧，开两个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我之前把魔力宝贝有个 OB 也上一个分，那个专属他的分页，后面拔掉，因为没玩，都哦，不会是再个玩装了。那就是独立一个是魔力宝贝这样。摩羯，你要几？九、八、厉就害。啊，就啊，嗯，有人昨天开过我的账号哦。来，你在哪？一直在吸，哎，他说你是不是断线，请稍后再试，什么你意断思？了？没有啊，哦，连接中了，嗯，对了我对两只都在洗衣门口。哦，有点错乱，等一下哦。角色哪只是哪只？这里，然后这里，这里，洗衣门口，正常，再连一次进去。哦，番茄，洗衣门口。爱小可爱爱，我好小棒可爱，棒，我可爱爱。好扯哦，没有角色可以。等下哦，我没有宠物，我的宠物昨天卖掉了。宠物，女巫，不确定，不确定。哎、欸，冒险之心那个任务怎么做啊？忘记了。还有吗？啊，还有啊，一定有啊。对。只是还有那个券而已啊。现在还没乱射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啊，我去找一下。城堡左边有个人可以接入，你说阿伯对不对？然后是不是还在进去城堡里面？哦，好像有印象了。问先问那个婆婆嘛，然后再去2楼图书馆左边，问一个红衣服的阿伯。要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魔力什么，冒险之心，永不歇止，应该 是那啊。很麻烦。哦，对啊，麻烦游戏，他 一直抱怨。这个吧，搭上。要跟他讲话吗？对，都要讲哦。噩梦鼠很痛哎、欸，所以要先打死噩梦鼠啊，不是吗？风之柱那就是，反正我们再登回去而已。哎呀，好了，两只而已。不然我，你说我现在能带他去哪里玩吗？你说嘛，离洞哦，是更痛。哎、欸，是他吗？
哦，对，是他。好。哦，冒险之心有不歇。好。他讲好久哦。可以开始打了。乐见列表啊，现在可以打了，先打好啊。为什么他不是？乐见列表，对啊，就是乐见列表啊，交谈开关啊，哪里？ESC 乐见列表，然后呢？你就挑一个你对，差不多 F1 到 F8。对啊。你就挑一个，然后打冒险之心永不歇止，打好了之后就你就按那个，像比如说 F8， 我 F8 就会跑出冒险之心永不歇止。有了吗？我直接进去就可以了，好吧，他走了。欸，不行什么？因为我的那个输入法它侦测不到。哦，那你只好每次都要打。你只好每次都要打了，辛苦你了，小鱼。辛苦你了，小可爱。先拿下来。等一下哦。而且这个是不能 Ctrl C Ctrl V 的，超低能。很正常吧？不正常啊。哪会？以前游戏就是这样啊，这是以前的游戏耶。然后要逗号码还是空格？不用啊。要补个膜。蝎子是哪个蝎？哪子？等一下，我打给你看。我记得你直播是以前是打那个吗？爬虫类，那昆虫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样。我好像还是错哎，你还是错啊！哎，等一下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直走，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对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在哪里哈、啊。你顾我来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再过去一点点吗？啊，这里。这个吧，对，哎、欸，对，我要确认，因为它的字很小，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。白痴喔，白痴喔，有不歇止。等一下喔，乐见勇，然后对着门讲勇，他按上也可以啊，我记得。对啊，没有说你要对着门讲。哦，白痴，我按到拍照键，低能游戏。你干嘛？了解啊。对不起。
我人会不会死啊？我带一等宠物欸，他给我颜色瞧瞧欸。我刚刚好像按错了。你想打谁？不是，我刚好像没有翻译了。啊、你敏捷比我高，你点什么啊？不是，那就是射手啊。你敏捷点到满哦，不可能啊！不是因为，不是因为我有那个、啊，我有拿那个礼包啊。哦哦哦，所以我点啊。不对，你二十等没有啊？你没看到我头上有那个吗？有啊，怪怪的啊，有这吗？嗯，哎，我怎么记得是？哎，抱歉，头哪这里？对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哦，这里。哎，那个礼包能力加很多，加很多，加什么？那靠你了。我现在生命是476哎。干太高了吧！你等于是我这个等级的东西了哎、欸！你看我的，你看你七等跟我二十几等，有没有？这游戏才好玩啊！看，你看有没有拿枪的好处？懂了吗？怼他，小鱼怼他。可是你还是比我痛啊！废话，你好凶，尊严呢？好哦。啊，我们没打卡、啊，算了。我很抱歉，我们先过来试试水温嘛。可以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打卡一次。你可以带Joker来了。我忘记录啊，你觉得我会记得录吗？会啊。啊，这边是不是解散队伍啊？等一下哦。加入组织？加入组织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好了，好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要打怪了，分数还是很难遇怪啊。嗯，啊，看到那只蓝色的老鼠先打哦，听到没，女人？听到。姐，我觉得我会死哎、欸，不会啦，会啦，你看一下我的宠物等级，十个，我的也是四等而已啊，对啊，所以你不是现在有输出的就是这三只而已啊。没事啊，死掉再换游戏嘛。对啊，都会带幼魔箱，没钱没钱，没买没买。哇，小鱼升级了。对啊，我都还没点呢、啊，放心啊，没事。以前都是根本走不动的啊。你记得吗？以前是走一步路就遇到怪的时候。对啊。肚子饿了。我也饿了哎、欸。我要去微波东西吃。你先去啊！我现在就去了。我带、啊，我现在可以那个、啊，我现在可以把我电脑拿走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边打哈欠边讲话，我大家原谅我。不是啊，昨天晚上聊到很晚哎、欸。
没叫你们聊那么晚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奇怪怪的，他真的好奇怪哦、喔，这很奇怪啊！大家穿那个很女仆装哎，他好奇怪哦、喔。觉得是被泡芙怂恿的吧？他没有啊，觉得是啊。欸、你的团长怎么快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捕尸了？对啊，是不是要练捕尸了？对啊。因为不可能是番茄永远都会在你们啊带着你们，有没有？番茄为什么不带着我们？啊、他不带他上班啊，他为什么抛弃番茄？番茄、啊、小鱼快死了，啊、快救他！好过分哦，我都要死了，还在那边上班。对啊。哦。哎、欸，女装奶出现了。Hello。Hello。下班你到，我要你现在啊！我要你的现在。嗯、你现在你今天到几点啊？叮，不就12:30左右，完蛋了，情绪勒索了。对啊 ，Oh my god， 你都不能。好扯哦。好扯。要我在12:30带你到20分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晚点下班呐、啊，还是需要晚点下班。你现在下班呐、啊，快点！说我欺负你，快了！你再说一次，我跟泡芙说喽。哎、欸，他躲避我，哎、欸，我已经没血了，怎么可以不喝多？哦，对啦，你的螳螂就是因为血量压很低，你有没有速度就很快。你怎么可以只是想想而已，渣男！真的，完了，来会不会死嘞？死了！来番茄，你猜会死几只？猜对的话就不用穿女装。关店马上关啊！现在关啊！跟我一样，礼拜三公休嘛，敢不敢？不要再躲避了，这烂东西！哇！死了死了！啊死了！番茄！番茄！好！小熊也要死了，番茄！又一死了，番茄！我觉得番茄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世界末日了！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？番茄啊啊！番茄啊！我们这时候应该不是在这边练啦，白痴哦！而、是应该在这边练啊，只是，请我们来，我们再战一次。但我不能做什么事，你会觉得很雀跃。好难过，番茄都这样哦，这只鼠怎么打不死啊？就是他就是防御，要防两场，我快被他气鼠了哎、欸。为什么我的东西都死掉了？你都还没死掉了，我死了！你是在改呀、喔？你开心了吧？你快乐了吧？我把你射死！妈的！快乐快乐！把你射死！不要啦！人家害羞啊！皇桑，你快乐了吧？我的宠物嘞？嗯？怎么看？一滴血啊！看什么？怎么看他什么伤啊？有那么多血！因为你的宠物死掉的时候没有跳出一串英文啊。没有啊。对啊，那就是没有受伤啊。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你现在聊天的文字？哦，对耶，什么小熊受伤了？对啊。小熊，小熊，小熊你要死了，小熊。啊！可恶，总是打他，打呀！打死了，打死了！耶，再一次，耶，死！没受伤啊！好烦哦！我要把你射死，妈的！为我的小熊报仇，你在羞辱他，你在笑他？没有羞他！你现在在祈求我吗？小熊大声一点，跪下，舔我脚趾。小熊用来抱的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妹不上课，在那边鬼混。然后看我台哦。不是他不看台，那就要他看啊，就是他的不对了。
不会不看就是可以学啊。学什么？看台啊。他不看你的台而已。哦，那情有可原。白色。不要啦。哦，这样不就很好吗？两只两只的。经验少啊。我去微波个食物。你五分钟前就说要围了、欸，啊！刘冠毅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刚下课，嗨，中药，你看我记得了吧？中药，中药味。偷袭耶！我们成功偷袭了。啊，终于成功了，等好久了。真的。等到你小熊都死了，那我要射你！不要放过我的大浪，那是阿奇给我的礼物。就是因为他给的，我要射死他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嫉妒，不是因为我吃醋，好吗？你看到场上就一只是我姐给我的，其他也都是阿奇给的。你姐给你什么？熊啊？熊吗？你看那是熊拿弓箭，竟然在近战射击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拿近视啊！哦，哎，为什么？那这是蜥蜴，就是速度太慢了啊！因为我之前的蜥蜴是加敏捷加到五，就是至少可以摸得到怪，不然每次都被闪掉，也很酷啊！又来一次，这次的阿熊可不可以躲过嘞？阿熊，撑住，阿熊被躲过了，没有躲过啊。有剩一只猫哦哦，碎碎碎碎碎，没有，因为那只老鼠它放的魔法太痛了，可恶，晕了，最爽没阿唐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有没有去学那个啦？调教有，可是有一，为什么有两只都不能学？为什么？你有就职了吗？有一只就职，另外一个我好帮帮还没就职，所以不能学。那、你好帮帮要当什么？你忍者啊！你可以先选个有职业的啊。阿全又没跟我说，我怎么知道？啊、他没玩过忍者啊。你可以后面转职，或是变成无业游民，再去当也可以啊。因为你打忍者的过啊，你不会啦，你应该也不会死。你莫，你这螳螂七人就打110的伤害了，什么鬼？螳螂啊，螳螂鬼。哎，对，我现在没卡了，所以果然是我昨天没有载好嘛。哦，你那时候看到画面了，哎、欸，我带的是什么宠物？为什么一个人？好笑，对啊，怎么会有个人？哎呦，我的宠物变这个了，哇！我还想说，好好哦，你怎么会有剧院可以带啊？哭啊！你知道那是剧院的 skin 吗？不知道，是魔力剧院的 skin。阿唐去死吧！好可恶！好啦，这一场结束，我们先回去。我们重整士气再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他就一滴呀、啊，剩一滴血啊。我只是刚刚去拿个微波食物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到底对我的螳螂做了什么？我没有，你拉回放。你是不是偷偷射他？你要赌多少？如果我没有对你的螳螂乱来的话，下一次店长给你去开。不
不要，如果你没有用的话，那就换番茄穿女仆装；如果你有用的话，就换怪人穿女仆装，好不好？作画，我都死两只宠物了，你爽了吗？还可以。你的黄金怎么变人形了？什么人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昨天他昨天看到我的那个、啊，嗯，哦哦哦哦，来吧，回家。回家。嗯，看到你了。嗨 ，Hello， 是我。嗯，还是要加不？等一下，我再拿另外一只过来。哦，拍谁啦？拍谁嘛？不要那么凶，我很怕。而且我找我还记得路也很强哎、欸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当时叫你先认路是对的吧？我先去救一下小叔。我也要。你又没有受伤，北七。你的熊受伤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在那边羞辱我，你在那边羞辱我，我难过。不要学我。嗯，我免费嘞，好爽。对啊。好了。叫手术室，怎么办？水溶吸，要点速度吗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宠物还没好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刚不是点好了吗？点什么？哦，它是绿色的，就是它是满的了吗？我叫绿色是满，就是。体力那些啊，他生命还是一耶，我还没补到另外一只啦，白痴哦、喔！等一下啦，欸、番茄，你水溶系会点敏捷吗？因为那时候不是说大家后期其实水溶系都会点敏捷。嗯，那前一点是我好棒棒那一只，我点不到，这样就好了啦。可以，嗯，好了，谢谢。你都点体啊？那我不就要进菜啦？好，随便啦，要死就好。今天待遇还没出现呢、欸。白鱼，看你啊，点下去了。叫我。完蛋。你想睡觉了吗？对啊。那就睡啊，看实况睡觉。左边一点的门哦、喔，左边那扇门哦、喔。后部。后部。看他怎么都不给我。左边那扇门，右键点下去。哎、欸。那只蜥蜴现在是你的，你要点魔我也是没意见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名字就叫番茄，跟你讲，然后都学护卫。谢谢，我好了。
卡，我们没打卡，我很抱歉。没关系啊，大鱼昨天是嗨到最后啊，他是不想听我的话了啊，他没有必要听我的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就在那边唱歌起哄，怎么可能会想要睡觉？那昨天最想赶去睡的其实不是大鱼，是佩佩跟克洛伊，一个要上班，另外一个也是要上班。那反正就是，有时候不是说太晚我会赶人去睡觉吗？喂，警察来临检了，休息休息休息。嗯，可是我昨天看到的是怪人泡芙、佩佩、月月、呆鱼。啊，有佩佩吗？佩佩他说我睡了，他就去睡了、啊。哦，对不起，那不是佩佩，我忘记是没有，应该是啦。他说之后，对吧？啊，竟然有人呢、欸！不然呢？难道这真的是过气游戏吗？是啊。我昨天怪人，昨天是怪人，你自己叫自己不觉得很羞耻吗？我讲个我就好了嘛。昨天是，你已经狗羞耻了，对，你是狗哎、欸，对你。昨天很快，昨天他就说他家外面狗在吵架还是什么，阿泡芙就说你为什么要跟狗吵架？我说外面，我说对啊，你为什么要跟狗吵架？你为什么要跟外面的狗吵架？对，然后昨天就是他又一直很耳包，然后让那个泡芙很俩公，就泡芙讲的话他没听到，他就说啊我就耳包没，我说那这样很危险、欸。然后我就说，这样子他可能基因会有缺陷，你知道，你之后的小孩子也都会有耳包。太远了吧？然后没有，我还后面还有后续，我就说，那可能没有耳朵疾病，可能会跑到眼睛或是嘴巴。然后后来他说还是会蔓延全身，变成那个沙皮狗还是米其林。然后昨天泡芙就是因为这个笑了超久，他是笑到不能喘气的那一种。为什么要诅咒人家小孩？然后他说他有耳包啊，我说这小心的可能是隐藏疾病哎、欸，以后小孩会有危险。怎么了？我担心人家以后小孩也不行哇，不能咬我，看你可爱吧。那我打你，打那个最棒的那一只。不行，我好棒棒一下就死了。对，你好棒棒死了。好棒哦，死掉了。对，应该叫我好棒，然后我好棒哦，然后就写字好棒哦，死掉了，好棒哦，受伤了，太嘲讽了吧？我应该取名叫好耶。不行，这是番茄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好耶的那个精华，他是耶和而已，好不好？他耶啊，业余。耶、yeah! ，太好笑，番茄，阿奇，边人在吗？他应该还没下课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怎么他没死？哎、欸，你左边那个好惨哦、喔。对啊，都攻击他，太难过了。对啊。我帮我螳螂快点点一个那个，不要乱点哦，点力量就点力量，完了，知道，完了，哈哈，番茄女装确定跳出来了，累积一满，一满确定，女装确定，哇，
怪人二人先告状啊！天哪！泡芙小鱼欺负我，哎、欸，好扯哦！你就看他是要相信妹子的话，还是棒子的话？应该说，你看他是要相信人说的话，还是怪人说的话？我以为你要说狗说的话。他也是，你也太凶了吧！哇，你也太坏了吧！对啊。他昨天不是叫坏人吗？他昨天说我他不是怪人，他是坏人啊。对啊，哇，啊、他就是每次我们严重，哎、欸，好严重！你看，就是我们每次讲坏人，他说啊，干嘛？懂吗？他就是一直在喊那边干嘛？那边耳包，所以他还说他自己耳包。你不相信我会失去我？什么东西？到底太严重了吧？这个太轻了了吧？怎么了？我们只讲事实而已，就他情绪勒索吗？对啊，好多哦。打播就打。怪人没事啦，怪人。下次不要跟狗吵架了好吗？喷出来，我喝饮料差点喷出来。完了，我已经很努力在打老鼠了啊！受伤有没有 ？I N I U R Y， 受伤 ？I N Z U R Y， 靠！1433受伤了。番茄，番茄要穿女仆装，我不管。那我的宠物叫做好诶、欸，番茄受伤了。女仆番茄，好诶、欸，女仆番茄。女仆番茄受伤了。应该叫什么？女仆番茄的心有没有？真的的心受伤了。好啊，你要不要取？要不要取？来来，我等你，让你先取哈。反正他都快死了。不要啦！哎、欸，我的，我忘记我要怎么升级他，他一直跳升级的那个。就点升级下去，点下去就一样，跟玩家一样有那个啊，点属性的位置啊。完蛋！完蛋！哇！哭出来呀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什么？你 A 的太少女了吧？我是少女啊，怎样？那你再 A 次，来，那 A 次要 A 出一模一样的声音，少女来！不要！那珍珠美少女来！不要，来啊，给啊，哎、欸，我报警了，不要，我告你哦，怪叔叔，我告你哦，怪叔叔在聊天室，没有啊，他没跳出来啊，啊，你那个应该是受伤吧，他再闪的应该是受伤了，应该是动态有没有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有，可是我从来没点过他哎、欸。点过他的技能呢、欸，他一定可以升的、啊。嗯，那你要不要荧幕分享？不要，我怕等一下真的是受伤。你就你就嘴我。嘴啊，一定嘴啊，哪次不嘴？太了解。哎、欸，不要死哦，拜托。飞了。又受伤了。飞了。哇，他飞了耶！打毁我好棒棒也快死了，我好棒棒半血了啦！番茄，我们快死了啊！应该要啊，现在都没有限啊，淋水的那个啦，以前是可以淋水的，有没有？嗯，我可以拿料理跟水。以前我们 OK 是啊，没有啊，以前那时候是玩护士啊，嗯。其实你也可以当采集系的啦，就是你可以当个猎人或者是樵夫那样子，然后你骑这个等级就可以就职忍者了。
这样子番茄可能要辛苦一点。有吗？点升级点得下去吗？哦，有吗？要点力量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我点完另外一只。哦，我要点那个。水蓝鼠点力量，力量还输水龙蜥耶，好酷哦！没事没事，有爱就好。有爱的秘密，与爱啦，那是。你怎样？哦，今天换我们偷袭你，为什么只有一只老鼠？你还要多、哦？不是啊，我们偷袭他的时候只有一只老鼠，他们偷袭我的时候把虫甩出来。你的阿茄螳螂嘞？他死掉啦、啊！他可以不会死掉啊！每次都可以放一滴血、啊，你没看到你的阿茄螳螂二号还 一滴血复活吗？飞掉的意思是回到你的包包里面，你要再把它交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懂了懂了。不要再躲了。你可以现在应该点宠物叫它出来。我点错，拍谁？我宠物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只有这种程度不好，然后开拍反咬你呀、啊。你知道，如果你那只是没有职业、没有学调教的话，你只给它降低忠诚度的话，它就开始不听话嘛。不听话到后面，离开我了吗？要么会跑掉，要么会砍你。所以它离开我了吗？还没有，它离开会在游戏里面你直接离开，我也看得到。你先把它叫出来。它红伤了耶。看你要不要叫出来。叫不出来啊。选战斗啊、哦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选了。你先看一下忠诚度现在多少？怎么看？你点开它，忠诚度59、啊。那还好。那还好吗？对啊，低于20才会跑。他还是爱我的。我曾经就有一只在那个战斗中跑掉，那时候想说没有学那个，没学调教，因为那时候很占空间，然后算了放掉，然后那时候一直死。结果我的宠物在战斗过程中直接绕跑，然后想要把它叫出来的时候叫不出来，它不见了。那你不就很快乐了？因为还好啊，因为那只是随便抓来的。因为那时候在练技能啊，我就是打我的宠物，然后它一直受伤。我的葡萄绿茶从昨晚喝到现在还没喝完。哎呦，我真的很不爱喝饮料。我可以喝啊。我寄过来给你啊。好啊。最好敢喝哦。好啊。汉堡吃了，刚刚吃刚刚微波的。看。你要备用红糖，我觉得你给他红糖比较好吧，红糖感觉还比较痛。我现在这只也是红糖啊，他红伤了。白痴哦、喔，红配绿什么颜色？红配绿什么颜色？嗯，红配绿，哈？红色加绿色会变什么颜色？红色加绿色不知道啊，就是有点偏灰的咖啡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我们这边台湾有只红配绿狗臭屁啊，就是很像在放那个屎的颜色。你没有早餐可以吃，去吃啊！现在肚子也有点饿、欸。羡慕我，不用羡慕我、啊，那是我昨天已经买好自己想说今天不用出门的预备粮食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备粮。没错啊。所以你这螳螂好可惜哦、喔，33000。最主要的两个属性全难掉。未雨绸缪，未雨绸缪，那可以未薪筹钱吗？哈哈，欸，我没关冷气耶。哇塞，也好啦，不然你的葡萄绿茶就酸掉了。不是，我翻冰箱好不好？哦，
那你在担心什么？我在担心我还不能喝完它，我还在担心我要喝很久。正常一个人不会两天喝不完一杯饮料。哎、欸，我三天才喝完一杯饮料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在怪人眼中，我应该也是个怪人。怪人。你知道奇怪的人会简称叫什么？奇人。哎呦，你好无聊哦！你好色哦！三分钟一喝完一杯，我也可以三分钟喝完一杯啦。只是那时候也不忘记为什么喝那么久。你们饮料是多大杯啊？养乐多，你们是养乐多？养乐多要喝三分钟也喝很久哎、欸。可是你又不喝水，只喝饮料。你喝糖啊！你现在给我出去买糖水，你喝给我看。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都喝哦。好了没？超大杯，几百的啊？一千的吗？一千的三分钟喝完，真的是要死。其实可以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夏天买那个乌梅。就直接灌光光，我不敢喝乌梅汁哎、欸。你知道乌梅没有血会变马桶？什么？你去 Google 说搜寻乌梅汁，你就会找到关键字叫马桶汁。什么意思？我找给你。买单啦！怪人，你选字大杯，大杯咒吗？请问是？来，你的选字，你看 live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是写乌梅汁啊？那你就是马桶汁。这张图其实很久了，忍者怎么赔啊？点技能，对啊，看你要怎么玩啊？不是一样吗？嗯，不一样。你想怎么玩？跟射手可以怎么玩？可以跟射手一样啊，就是然后还会跟你讲说啊？嗯，没有。什么？没有啊，就一样啊。但是你看一下，还是会诶、欸，你可以改过来，就是体力比敏捷多一点点。毕竟你没有要穿装备，我们不是力量15嘛，所以它应该就是体力10速度，所以你体那个就是力量点满，你可以多点一点体力没关系，速度慢一点没关系。听有无？听得懂？听得懂？干嘛？你平时都会回，你平时会回我听屋啊？不是，因为我在思考，我在算数，因为他那个数字我要记得他是我刚刚点了几点、啊。没差，那没差，没差。你只要不要点到别的点都还好，都还 OK。你点在正确的点数上都是 OK 的，都还有救，好吗？女人，好好好好好。好跳舞跳舞，可是我喝过杨梅汁，可是我真的不敢喝乌梅汁，不是杨梅了，杨桃了，对不起。杨梅汁，杨梅汁好像一个人名哦、喔。不是，杨梅是我这边个地名叫杨梅，不是，是杨桃汁。你就跟昨天的那个谁一样啊？那个谁？家里会家里会，我们只是说那个家会吧，还是要叫谁？我说家会是谁？
然后家里会，哎，忘记昨天聊什么，聊到家会跟家里会，然后后面说上家号的叫江会，白痴哦，你在白痴哦。好像是我家会怎样怎样吧，这种我家里会怎样，说这家里会又是谁，可以重学东西啊。我常说家会怎样怎样，然后就家会是谁。哦，对啊，就我家会怎样怎样，然后他是后面补说我家里会，我想说我家里会好像是什么日本人名，有没有，他姓我家名那个李会讲话啊，等一下，好，好了，怎么找我干嘛？你们聊完了啊，怎么找你干嘛？不是点技能，刚开始很多技能可以点哦。嗯，而且我好棒棒快死了，32D 了。你知道他现在速度很快吗？因为他快死掉，压起来了。对呀，他是压起，临死前的挣扎。对啊。好棒棒，加油！没事啦，我姐这只角色有医生可以帮你比上。那医生呢？医生在红色的这只小可爱的右边，他拿去开医生。你还躲我？不要躲我啦！没躲啊，死了啦！没躲啊，没躲吗？怎么看起来像是躲开？你把他往后戳，你是白痴哦！你刚打出212滴血，你是在羞辱他？你还躲我？还敢躲我？哎呦，我不想看到那只恶木鼠了啦！那是你的噩梦。没有，还好。红鬼针才是我的噩梦。为什么我没充电电脑？完了完了，噩梦来了！敏捷乱了，敏捷乱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！番茄，阿杰，出事了，番茄，出师不利了。阿杰，完了，下一个就是好棒棒了吗？不要。没了啦，轮到我们的回合了。不要，好了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就好。如果能够揍那个妹妹头的更好。妹妹头？谁妹妹头？那个你啊。我没有，我不是妹妹头哎、欸。你不是吗？我没有啊，我这次不是啊。揍那个包子头。这不是包子头呢。那是什么？那他是什么嘛？面子啦，靠样偷技能。面子哦，好啦好啦。真的要讲是啾啾啦，我是说啾啾口，啾啾口吗？呵呵呵，回家了啦。好啦，回家啦，回家，回家伤心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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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遇到怪，遇到六只怪啊！好，噜噜噜。啾啾！来吃馒头，吃满了。哎，泽宇，他叫盐巴、欸。看这个，叫盐巴，不，他叫泽宇，称号叫盐巴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看到他的盐巴，你要点过去看到他的状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看一次，好了哈。
好。等一下哦。等啊。我有不等的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去找医生治疗我的小宠物。要花钱呢、oh、不用，宠物不用花钱。宠物不用。对，这边的宠物店有医疗的，不像现实。有医疗券。好了哈。好了。来，再看一次，点开那个白色的人，白发的人，有没有？左边等级在色域，再写个盐巴，对他的爷。对，那个中括号是他的称，那自己输入的称号。啊，黄色就是称号。黄色是工职业吧？嗯，啊，对对对对，没有称号，他也可以改。称号。对，他可以改。法兰城，来吴英玉，哎、欸，你记得打卡哎、欸。当然的呀、啊，给讲的。哭啊，在那边。你是在哭哦、喔？然后一打完卡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去尿尿，我要去厕所。”好啊。我朋友杂货。好了，没啦。我打完了，我打完了。你有没有跟我讲，我好想要这只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，买啊！我不知道怎么来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来啊。问番茄啊，他不穿女装。下班没？哦、喔，啊，好扯哦、喔！不是跟我讲说十一点半吗？哦、喔，他们就说十二点半。哦、喔，现在又变十二点半了，然后怎样嘞？等下十点半又变成什么一点半？哦、喔，好扯哦、喔！果然是没爱了，番茄。还好没有爱。那为什么我都不能帮我自动堆叠我的、啊？你的魔石吗？你在表示说你的魔石有48块的价格跟12块的价格混在一起？因为小颗的魔石有三个价格，12、48跟96。96。哦，又进不去，很扯哎、欸。好扯哦，番茄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一下哎呀，一下棒棒啊！第三只是什么？不要这样子。爱棒棒，我爱棒棒。不要，那明明是我好棒棒，只有色色的人才会看成我爱棒棒。我好可爱爱，我爱棒棒，你怎么会这样取啊？我没有，那是好，那是我好棒棒。肉肉，真的吗？你是吃肉吗？干嘛啦？你爱妈妈？妈妈？哇！嗯，他还挂在这边，他有动吗？他们刚打完呢、欸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在你打完冒险之心之前，他们就打完了。他们刚到这边。给他们点时间好吗？哭啊！
好了，妈，三只老鼠都给我防御。教主，你的黄金鼠晚上七点降落，为什么？哦，你跟他约七点哦。好诶，谢谢你，还是有爱的啦。哇，哇，你真现实。哇，我不当女生真的好可惜哦。真的，我觉得诶，我们还是好姐妹嘛，对啊，哦。啊，对，我要去学那个崩击装。他跟我说下班才可以给我，你问他你几点下班，我都已经十二点下班了，你还比我晚。这只熊熊好像开始有点用了哎、欸。卡牌问号，卖掉吧，一块钱。我现在不能靠着拾荒致富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已经人不多了，就没有拾荒这个职业了。因为那时候会拾荒，主要是因为那个啊，人很多啊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把不是人很多，是那时候他就是会删档，所以很多东西你留着也没有用，懂意思吗？也是的，东西会不见，你留着也是会不见。好，没有要戳破你啊，拾荒还是很棒的啊。现在没人啊，你可以去一线拾荒啊。人不多是因为这是在九线啊，你可以去一线玩。可是我怕乱捡到别人东西，别人生气。不会啊，都丢地上的，人家说什么都掉到地上的，这是不要的啊，我捡起来就是我在捡，这是我的。好吗？嗯，对啊。今天一个美女掉到地上，不是掉到地上，跌倒摔倒在地上，你把她扶起来，就是你捡到，你可以。这是我的了。对。对，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，就是人在骑摩托车。阿福出门了，你可以闹了。我把这句话截图起来。哦，这里不能回收讯息哦，抱歉哦。哦，这边不能回收，你回收我还是看得到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怪人哦，哦。他要跟妹子出门吃午餐，我已经截了。看一下、喔，爆浆奶油泡贴上去，我贴了、欸，我真的贴了。怪了，你要花多少？回收讯息。好啦，回收一下好了啦。你贴在哪里？啊，我撕他、啊。哇，好坏哦、喔、你。或者说我贴在 Life 区。哇，你要。好，也可以啦。我想说私下和解，不是私下和解，私下谈就好。你要公审，那也、也没办法。公审的、啊，我都被你昨天公审了。没有啊，我也在公审我自己的麦克风啊。哦，以前好烂哦、喔。哦，对，以前麦克风真的好烂。对啊。我之前就算不是玩鉴定室，我也是到处拾荒找卡片啊。哦，那时候就是很危险的、啊，就是很多鉴定师跑去那个外挂在那个挂机的地方啊，因为他们会直接卖掉啊，卡片有一块钱，他们就丢地上。很多鉴定师都去那边捡东西，跟捡那个水晶，然后捡一捡，就是很多人遭被封了。为什么不能捡？就那外挂的东西，外挂丢的东西啊。可是我跟他不认识，他丢下来我就捡啊。那人家不是这意思，就是说他用不合法的东西制造出来的东西。他官方想怎么做是就他们的想法、啊，懂吗？完全不懂，不能理解，我是不是冤枉的、啊？哎、啊，可是你跑去捡啊，你手去养啊。我就不知道他是外挂吗？看得出来是外挂，地上满满的一片都是卡片跟水晶碎片，你会不知道，很满哦、喔。那时候你去搜寻，你去 YT 现在搜寻那个
魔力宝贝外挂应该就找得到了。Y 是要 YT 影片啊，不要去搜寻城市啊。你就会看到满满的就是 一堆人，你看的就是觉得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。真的怕的话就不会打字了。你知道我可以把这一段话用小画家给顺序颠倒吗？我可以改成我不怕，我不怕，然后泡芙也加进去，有没有？我不怕泡芙，好爽。我看一下哦，他最近有打什么字哦？啊，也不用啊，就是你们可以随便打个字，然后把怪人的 ID 批在前面就好了。就打我没在怕泡芙的啦，哈哈。然后把怪人的名字批上去。好坏哦！那时候手速灵很谨慎，怕手残点到。你白痴，左键是走路，右键是捡东西，你要谨慎什么啊？但是你是边走边捡东西，好好猛哦！现在有这种操作吗？我现在试给你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你要花多少钱？多少？还是我要讲，我要打说我是狗，我最喜欢跟狗吵架了，哈哈。超快的。先不要，哎呦，脸红啦。午休时间，好。哦，技能升起来了，嗯，我会多射一支箭的，开心。有了，我感觉到小鱼变强了。没有啊。有啊。看你的螳螂，已经挨得下两下攻击了。谢谢你哦。不客气耶。你要多夸夸他，他才会变强。总有人想谋害你。我可以改成泡芙想谋害我。双子啊。是摩羯，你知道番茄不会念摩羯吗？他都念什么摩羯吗？白痴，是摩羯。那其实天平不叫天平，叫天秤吗？他只是因为大家念法的问题，知道他念秤，但他又念。你是不是要先去打熊姐？我可以找我姐啊，他现在跟我姐很好哎。真的假的？好扯哦！他你姐姐都要那个、欸，他就今天我去问我姐那个啊，就是他想列材料，然后我姐就问他说那要怎么算，他也不知道啊，我姐也不知道。那我姐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然你卖的钱一半给他就好了。泡芙想害我，好。然后我没有，那时候是我姐跟你，我姐可以带你学乱射。
因为那时候前面会叫你们先不要玩弓箭手，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像那个谁番茄带的话，你看你的弓箭手前面还是只能一直一直射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玩剑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用啊，你可以用弓箭手玩连击啊，就拿刀拿那个刀子或斧头，就是用连击，至少可以打两只以上的怪。我丢 life 区，我 P 好了。其实这个很简单啊，然后标记炮符。你可以考虑单开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一只就好了啊，一只真的很轻松啊。你丢的没有 P 啊，哎呦，开玩笑什么意思？所以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哦，你是说分到前一半哦？白痴哦！哎，红鲟不是？螃蟹啊，螃蟹啊，但是这个红鲟就是我们之前玩魔力宝贝认识的朋友啊，我姐的朋友啦，就叫红鲟。我家的猫好奇怪。怎样？他想咬我。什么叫一路？没事啊，番茄家的，鹦鹉也要咬他，要乱射，等级还不够啦，四等而已。花早安，臭老鼠打不死，去厕所堵你们！哎呦呦呦，老鼠打出100伤害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成长了，成长了啊，好痛！对，这只老鼠贫血，哭啊！贫血？对啊，没有血啊，因为就它掉的是血量啊，你懂啊？它成长曲线就是血量平本身就不好了，因为看到你的螳螂叫做33000最右边那一只，对啊，然后解释一下哦，数字越大表示其实越不好，零才是好的。那从左到右是体力、攻击、防御、敏捷、魔力，那你的螳螂是三体跟三力，对不对？那表示就是它掉了，它就是先天就是。力量跟体力就是少三，你就想象数字是少了多少就对了。啊，你那个后面三个零嘛，就是防御、敏捷跟魔力是那个满的，就是先天就很好。啊，你缺陷是体力跟力量，
然后我的老鼠就是先天体力是少十，懂吗？你等一下看一下我的老鼠，它是四多少？41104。那通常老鼠是魔宠，你看我的魔力丢掉了四了，所以这只其实不适合拿来当魔宠，有吗？看得懂吗？懂啊。对啊，所以他力量那时候老那个谁番茄帮我跳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力量掉一而已的，那就拿了这一只。然后我刚刚想说被他啪一下，哎，对呢，这是贫血。哦，我以为他是什么编号之类的，第三万只，33000只。那你没发现你跟你那个20000多只也差太多了，有没有？不会啊，也差很多哎。我们达到现在，我们达到现在也没有8000多只宝可梦，好吗？宝可梦，过来。宝可梦，我要离开了，分出了，拜拜。呀，不行，离开个屁呀、啊！我要鬼啊！我去开电闸、欸，又抓。我开电房。还是你要边抓鬼边魔力？可以啊，你要打卡吗？好忙。然后还在那边钓鱼刷钱啊？对呢，好忙好忙。我要挂着画面哦，想起来了。我们在干嘛？啊，就是那个啊，恐鬼症的画面啊，然后再还魔力宝贝。屌。什么啊？对啊。然后其实你这只螳螂，如果属性是在我这只老鼠身上的话，这可以卖超贵的钱。敏捷满、敏捷高、防御满、魔力高的那个老鼠可以卖超贵。好爽哦！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在家玩魔力宝贝，好爽！哎、欸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刚刚外面？他是刚刚外面那一对吗？不是啊，还有一对哦、啊。对啊，这些还没过气耶、欸。不是。过气了，那些怎么看都是小号，好吧。没过气，你还记得这件伺服器几个人吗？几个伺服器？好像有很多个。对啊，现在合并剩下两个哎、欸。不是6变4，4变2吗？之前有到8个伺服器啊。有8个吗？对啊，他把比较少的分流就先合并啊。全都是12块的模式，亏呀亏。然后点个宠物哦。我要啊。你怎么靠腰啊？我要啊。好了，等好了。小鱼要钱？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谢谢。他有了，他有5万块了，每只5万块。想睡了吗？不对啦，我应该换武器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还拿一级的弓在那边练，难怪突然想说怎么好像。不对，哇，赚了150万呢，好有钱哦、喔！你为什么赚了150万？你又做了什么事？他应该把你账号给卖了。靠腰啊！哎、欸，你受伤了！射你妈的！你哪只笑最大声？好棒棒是不是？你完蛋了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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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棒棒超安静的，超安静的好棒棒。听到了，你笑最大声。没有没有，
你听错了，是隔壁的繁星星笑的。哦，你是说我可爱爱啊？红伤哎、欸，一下子哎、欸，妈这贫血、欸，我听到了，真是可可我可爱爱哦、喔，再笑大声一点，是白星星，是白星星。你重开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来 life 区？你要不要拉他？我们只用讲的。他要在随便一个伺服器，你来那个下面的观战区，小鱼可以拉哦，拉哦，我可以把你拉出来哦。嗯，完了，完了，这只猫咪想揍我，完了，我现在面临着生命的危险，你可不可以？完了，繁星星要死了，繁星也要死了。我可以怎样？我可以先躺下来。好的，可以啊。你干嘛要叹气？可以啊。你刚刚在换位置哦、喔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想也知道。你刚刚那个有点焦躁。可以啊。你好恶心哦、喔。为什么？我很不懂，现在再用一次刚刚的水啊！我不要啊！你还在玩？我要玩到几点？我要换位置讲嘛？玩到闭嘴啦！真的大气耶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没事。怎么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想怎样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去换武器啦！我去一线买弓。我们先回去，我们去一线买弓，十二点的休息一下，登出吧。先登出，先登出。我现在很快乐，不然我卡时要浪费了。嗯？我在东一，还是我们要去那个？去哪里？你想去哪去？你不是去买弓吗？对啊，你去买武器啊？买弓？对啊，啊你要去捡荒，你要去拾荒哦。想要去拾荒啊？好啊，你去啊，去啊。那我拿我可爱爱看会不会有人爱爱我？帮我脱帽跟鞋，好啊。饿啊！你觉得许正名字很棒吗？棒啊，最棒，你最棒了，你好棒棒。应该叫窝豪棒棒吧，窝豪棒应该是那个啊，鹤棒箱子那个啊，玉棒箱子那个棒啊。哇，好满哦，这里人好多哦。你不理我，操你妈！哎、欸，太凶了吧！啊，等一下哦，可以拾荒。通常都是在那个啊，商店隔壁啊。实习医生出来摆摊这么辛苦，我看一下。楚王扭蛋娃娃，水晶币倍速调换卡，好不？F11。还是要叫生蚝棒棒啊！现在是没有小可爱优奈啊！我记得以前小可爱优奈不是体力宠，我好喜欢、啊。妹子商店看一下妹子，没卖妹子啊，骗我！他叫妹子商店呢、欸，他没有卖妹子，大气告他。我是银色的卡片问号哎、欸，你先卖掉。那就要拿去鉴定啊！那、啊、鉴定又是一笔那个啊，一门学问，我知道。嗯。哎呦呦，有卖弓的，看一下。
没有等级一的狗。但那边有个女生的声音哎、欸。我姐啊。哦。干嘛？你很在意是不是啊？我叫我姐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你干嘛吃醋？我跟你又没什么关系。你干嘛要在意？我只是问说，我只是确认一下，我是不是耳包？你是不是怪人啊？哎、欸，卡住，都你啦！我怎样啦？都我后面那个人的声音是不是啊？好，叫安静啊、欸！不是啊，这里也没有东西可以捡啊。嗯，过去了啊。好过气哦，这游戏。有看到优奈，我知道啊，可是要的那只叫小可爱优奈，但是那个好像就是要月亮俱乐部才能把优奈变成小可爱优奈啊，你懂吗？哎、欸，现在工好便宜哦，可是没有拿不起呀、啊。这素晶好可爱，然后100天完成，对啊，就是要100天啊。可是水蓝不水蓝，对不起，初心有吗？初心有月亮俱乐部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就有那个了吧。因为什么我昨天看都看只卖优奈，没卖小可爱优奈啊？我忘记那个赌钱的酒吧在哪里了。你现在看我画面，你来东一，还是我带你去？那就往这边走啊，银行下面记得吗？银行前面，然后往右下走。没有银行赌钱的呢，彩券？你说股钱还是彩券？彩券呐、啊，对啊，美容院不是美容院吧？再下来，再下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。哎，你过头了吧？哎呦，那就这里啊，低能，看到我了没？看到你了，低能，看到另外一个低能。啊没有啊，我刚刚都看到你了，你他妈的你可以回来右下角，你刚刚再继续往右下角，我刚刚都看到你一个银色头发的，这里这里面，这里面也有东西可以捡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都是彩券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人家不要的彩券。人家不要的我就要啊，怎样？嗯，共估啊。番茄，我可以拿你的钱去赌吗？番茄，那个彩券好香哦。阿姐，我可以买一个吗？一个哪够啊？而且我可以，繁星说一个不够哎、欸，而且我可以买100个火焰鼠的吗？100张到多少钱吗？10000块啊！然后你算数好好，那买吧。那我买10个好不好？而且，耶、啊，阿姐说好，他只能说好啊！现在上班又不能阻止你。第一，什么字啊？好烂哦、喔！我要共估了，我已经忘记什么算是中奖了。就中奖就会跟你讲中奖。原属性，属性你要看你要玩什么，你要不要先进 DC？我
我进啦，你在下面观战休息区啦，然后拉你进来。那时候觉得很好笑，有人觉得我跟你有关系。谁？我不知道，那时候听到了。我跟你有关系？哈，人家有男朋友了？没有没有，这有关系啊？没有没有，我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，利益关系给他来了。来，你配属性，你是喜欢玩什么的？物理输出还是魔法输出？传教在那边站着就好了。传教、哦，那你就是魔力点到15，然后点啦、啊。我只是在想属性而已啊。哦，什么属性？哦，属性看你喜欢啊，那个没关系。不知道。哦，四张都中奖了。都中卡片吧。连续失败。我刚刚搞了一阵子、啊，好像不能。讲脏话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取脏话名字哦、喔。没有啦，不是，我刚刚一直在乱码，好烦哦、喔。乱拿？乱码，因为我的是英文平台嘛，我的 Windows 是英文的。嗯。他一直给我乱码，我什么中文都打不出来。你打英文啊？你看到我什么？我先开回你的记录。就是钱而已，苦命苦命苦命哦！哈，没有攻，过期游戏。二线有没有？要三跟四吧，应该三就好了吧。不然你要多做一套。好的，就是这一只，好看呢、欸。古印锁好难抽。我要改奇怪名字了吗？什么是奇怪名字？名字能出来吗？嗯，照理说他应该不会限制啊，因为他这个没有匿名功能之类的，他名字很随意耶。没有，我只是说，可是你们，你应该、哦、你是说好棒棒哦？你可以啊。换叫比利，你要叫什么？比利魔力，再见。我再见。比利魔法没有啦，体力魔法没有。刚刚突然断线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改个奇怪名字。到拿平民工了，哦。来啥？哎呦，一蛋仔又来人来疯，我先去弄他穿校服。哎、欸，小鱼回来了，好扯哦。嗯？已经回来了哎、欸。对啊。我也回来了，难过，买不到武器，难怪。我只要开那么多只。哎、欸，要去哪了吗？等一下啦，我卖东西啦，哎、欸，洒水啦，还没卖啦。干嘛去亚流特村？哦，要啊。
啊，你要开两只哎，有，哎、欸、不用啊，我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请我姐带我们偷渡过去，等一下、喔、加一下这一加红色那一只，小鱼走，红色这一只，红色的，你两团不用啊，我们走过去就好了啊，啊你先去打熊弟啊。加了，我又乱动，你听得到吧？没有，那就好了。东西，你又乱动，你是说你边动边说话？对啊，没听到哎、欸，那就太好了，好恐怖。Hello， 为什么？啊，不是我在客厅沙发上啊，所以、嗯、坐久了会不舒服。那用躺的啊？你用趴着玩的，你不趴着比较舒服？对啊，我之前都趴着玩电脑啊。嗯，所以凯恩叫什么？啊，对他不鸡蛋仔吧？鸡蛋仔他妈！我记得他的绿头盔很贵，一个一块钱呢、欸。你讲一讲，我都忘记我刚刚改的什么名字。绿头盔一个一块呢、欸，是红块红头盔，十块。干，我忘记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死忘记。不够，不够。姐下班没？哈，好扯哦，真的很扯哎、欸！我不下班，嗯，黄蜂，我阿姨还在搞我，那辛苦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姨比较好啦，阿姨比较好，阿姨比较重要。对啊，阿姨比较重要，搞不是不是阿姨比较重要，是搞阿姨比较重要。阿姨在搞他，不是他搞阿姨。好吧好吧，那你去给阿姨搞。他说还要阿姨还要十分钟，哇哇，阿姨真久。哇，阿姨都喜欢你。你要问番茄啊？你们是不是为什么没有啊？有啊，我们何你何必解释？我没有误会啊，我没有误会。嗯，第几次哈欠啊，小雨？你好扯、哦，没算呢，不是我。好、啊，等我姐了，再练一下好了。
其实练到十等以前是在这边练。可是我这次有职业。嗯，然后嘞？有关系吗？我记得之前不是有职业不能过去吗？是？不是，没有职业可以那个偷渡过去。之前就是堆尸过去的。没有啊，无名也可以啊。无名好像免费过去耶、欸、哎呦呀，病毒威胁并未发现的。哦，番茄在兄弟面前等多久了，都还没下班。哦，所以你是要12:40。哎、欸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他这样算迟到吗？早到，但是在吃东西，迟到十分钟上班。现在应该还能做任务，做什么任务？哦，现在伺服器维修了吗？光遇还是什么？还是阿姨的任务？我这最近作息怎么会这样子？哪样子？就晚上睡，就昨天跟他们离开之后，都是睡到大概睡3-4小时就起来剪片，然后剪完片就开台。啊、开到下午累了就去睡觉，睡到晚上继续开台，这样不好吗？你就这样不是很好、欸？没有，因为 我以前不是暑假都是直接大颠倒吗？对啊，职业颠倒，对啊。那颠倒了就会，嗯，白天就没办法开台啦。啊，晚上开白天温度也很高啊。对啊，就是不能碰电脑啊。耶、yeah ，没办法啊。睡觉，你家那么热，耶耶。番茄要来交班了没？番茄去骑车了，你冷静。知道啊。我回来跟我交接班了没？什么交接班？换我下班了。你还没问我一下什么班？还没啊，你看我还没带，我还没带你去那个村庄哦。海鲜哦，啊！我真的要去学崩击。你看，
现在换我妈不接我电话了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平时人缘还不错吗？做人还不错吗？是不是现在连家人都在搞你了？哎呦，好可怜哦，阿姐。阿姨搞你，家人又搞你，哇，难怪你人缘真是不错啦。真的，大家都搞你。你真是红到，不会是叫番茄这么红？真的，不愧是 tomato sauce。嗯，西红柿 sauce。为什么你妈不？你妈啊，那个你妈会怎样吗？跟你交接班吗？他们会付他钱。不给钱的话，魔力上不去。对，不给钱的话，魔力就没钱出了。他就没有钱买那只黄金鼠给你了。哦，阿姨，快接电话！快接电话！你真的很过分嘞、欸！你才过分嘞、欸，都你在讲的嘞、欸。可是那只鼠又不是我收的。啊，都你在嘴的。我哪有？你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你的嘴巴在干嘛？亲人。亲我家的猫咪。不是阿啾。阿啾比较远。比较远哦。你怎么可以说阿啾远？哎，你很难沟通。对。比马桶还难通，比那马桶纸还难通。一等对，去死吧一等！你说一等去死？哇，人家番茄台的观众一等，你叫人家去死，太过分了吧！哇哇！我要取名叫小鱼了。小鱼受小鱼的心，小鱼的哈的受伤了。哈的，来啦，学一下这个啦，加减学一下还能用。这是什么？气绝回复，可以让死掉的东西复活，可以复活它。两只都要学吗？对啊，啊，你一只不能学啊。对啊，好了，我妈叫我下班打电话问她午餐要吃，她不是很想吃哎、欸。没关系，她那个阿姨吃啥你就给她吃啥，就是阿姨喜欢吃的。听说阿姨急了都喜欢吃这个，然后就被你妈揍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地拉好烦，最后一个在屋顶怎么拉？他应该不是麦当劳吧？哇，这么好，那我是阿姨级的、欸。我看到了刘丹机耶，刘丹机，那个里面有东西的，那个好像点出商品才能转的吧？你那天叫我问番茄，就是这个东西呀、啊。我也想要那个刘丹机。牛蛋哦、喔，你找牛啊，找公牛就有的。不是榴弹，是那个榴弹机的榴弹。白目，不理他，接回家，回啊回啊。那你就顺路买个卤肉饭给他吧。对啊。你问他要不要吃麦叉叉啦。他说好，就是买了麦威登给他。这直接有麦威登吗？怎会没有？中午哎，麦威登不是都到一点？到一点我不知道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看，哎，好好，我练一只魔宠，我气死，不好气。麦威登到三点呢。
我记得漫威登的奶茶还蛮好喝的。蛮刺激的了，大哥。哎、欸，啊，没买药啊，亏了，亏了。啊，你为什么不买钥匙？啊、你们叫我买，钥匙是谁要拿的？番茄啊，哎、欸，还在路上哎、欸，都是你番茄。我现在精神状况好像真的是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状况，是当时就是我姐那时候有人带她玩，欸，应该说我大姐那时候就是，欸，那时候我还没来过这里，然后我大姐第一次来，而且那时候又是在半夜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她说，欸，突然把我叫醒，她说帮我用一下，我要去厕所，然后就起来，然后很想睡很想睡的情况下，然后再帮他点那个定幺，高兴高兴，走开白痴哦、喔！啊，至少你还好有那个啦，血量变500多。596啊，现在我才400多哎，小姐。那你没有拿那个吗？我没拿啊。你为什么不拿？为什么要拿？不拿白不拿。啊，拿。活跃勇者礼包第一段这个吗？对啊。哦。拿了拿了拿了。那就是了嘛，不要生气啦。我没有生气啊，我有个大魔石，我不用生气啊。哦，我把你杀了，哪一颗？为什么？哪一只？哪一只？可可爱还是棒棒？是愛愛这个繁星星，繁星星。哦、我要射了，你完蛋了！我要射了哦！我要乱。不要跟我讲这种话哦，我会报警。我要乱射了，干嘛？想技能也不能哦。他们真的吃麦当劳？你看，就说买麦当劳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好扯哦！我的水晶碎片呢？啊，我的大魔石嘞？15、16。快到家了，那你就回家、啊。你就回家，对啊。麦当劳欢乐颂啊！好久没吃麦当劳了。你不要吃麦当劳啦！我知道啊，我的脸又不行。你可以吃麦当劳，可是你要点汉堡、玉米浓汤跟饮料，就不能吃薯条，不能吃炸的。汉堡也有炸的啊。就吃普通的汉堡就好了，我要汉堡肉堡就好。你不要点什么卡拉鸡腿堡不就好了？有啊，我现在都没在吃了啊。不是有那个麦当劳，不是有那个烧的鸡吗？烧鸡堡、烤鸡堡、啊，就很久没吃了啊。就好吃啊，它是烤的也可以啊。呀呜吧，我很久没吃了，还是长痘痘长成这样，我能怎么办？那都吃吧，不管他了。你说将错就错吗？要丑就丑到底这样子吗？要丑丑不行啊！
好烦哦、喔！崩吉是不是在伊尔村呐、啊？气死了！石化攻击啦、啊，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技能？宠物邮件啊！哎、欸，番茄，这是水蓝鼠有宠物邮件呢、欸。宠物邮件是什么？就是可以外送东西啊，我会寄东西给你。那么棒。对啊。哦，没能买钥匙啊，好贵哦！好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不要来了，不要来了，我们现在回家，先回家，回去接番茄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我先把你射死。问嘛哈？我射死。干嘛欺负我？一季一万，普通季基本，宠物邮件不是一万块吗？没有啦，我想学一个绝对的崩击啦，我们防御防得好烦哦、喔。偷偷一点的、欸、番茄，你什麼呢 哦, 哦，受不了哎、欸！等下是不是一点半了？对，等一下就两点，又两点半，又三点，然后最后还是晚上再玩吧。哎，我们这个传教士要靠你耶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快死掉了。不是啊，凯兰传教啊。哦，对啊。他问你，凯兰，你的 ID 是啊？你要信教吗？太过分了吧？有什么会吗？跟传教会错了吗？昨天凯兰跟我们玩游戏玩到，好扯哦！他现在这里耶。他是谁？他是。这张地图的一个 NPC， 要先找到他，我们才能打最底下的王。哦、好扯哦！哇，好扯哦！哎，钱钱就这样子。好了，叫我姐宠物邮件寄给我。我要上去了啊！啊，五楼哎！咬死他！不要啦！就好，就好午休了。耶！耶！把他快去，我快睡着了。耶？谁？啊？丢？丢？到底在干嘛？有人跟我讲要下班了，他钥匙又没拿。没有啦，等一下，这故事有点远。对。哦、oh. ，不要不要哦，不要快了快了快了，我们又开始玩了，玩两三天了哦。因为我说好久没开魔力宝贝，然后番茄就说：“我也想要玩魔力宝贝。”然后就玩了。茄儿，天哪！茄儿，天哪！
好扯，他要去麦当劳吃拉通嘞，他要吸光那包番茄酱补血。番茄超过分的，他本来约了我们一点半，然后现在不是本来说十二点半下班，对，然后他现在说一点，然后他是说阿姨在搞他，对，他说阿姨搞他，所以他一点，然后就说好，那你先忙，然后说阿姨还要再十分钟，对，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又在搞他，对，所以搞他不接电话。我又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什么？没有啊，刚鸡蛋仔一直在说不要上课，刚把他扔出门口，还有空，回来按个两下。没有 tomato sauce， 没有人把我扔门口。对，要 tomato sauce 才能带你。多好的 tomato sauce 嘞！他刚刚被阿姨搞，对啊，现在提亮一下，他现在应该气喘吁吁的。哎、欸，好多哦，有火的水晶碎片跟两个大拇指。我的名字蛮适合他的。不是，我刚刚在问你要不要取，你要不要信教？流传教师。那你叫什么、啊？他不想跟你说话，哈哈。不想一次啊。咬死你啊！我跟你讲，不要啦！我要先吃饭了。哦，好啦，你先吃饭。等一下，看 tomato sauce 要不要回来了？我再回来吧。咬死你！咬死你是臭螳螂！哎卡，可恶！要等 tomato sauce， tomato sauce， 你快点哦！你快点啊！你快点啊！越讲好像越歪。怎么办？没有啊，我也想吃麦当劳。一样的哦，麦当劳，麦当劳，我昨天才吃完耶。然后今天才吃肯德基，然后讲一大堆都是繁星不能吃的。对啊，大家可恶，你们都会下地狱。还好了，我出来了。没有，然后应该说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呢？好了，先出门。哇，100个耶，拜拜！不理哦，谢谢豆内，我姐啊，我们有钥匙了，耶！那也要说谢谢啊，耶！没礼貌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但你姐姐真可怜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唉，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姐姐。你也想当我姐吗？没有，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姐姐。生一个啊！生一个姐姐，你就骗她说我比你小就好了。我是你妹妹呢。你有病？你有病吗？我没有我妈妈，我一个比我大的妹妹。是这样，以后这样叫你女儿。对，我没有，我把我女儿叫做妹妹，然后第二个生出来叫她姐姐。啊，如果是男的怎么办？一样，有没有？什么？啊？我说如果生男的怎么办？一样啊，照旧啊。对，照旧。我先回魔啦，烦死。等一下，有钱啊！我姐啦，干嘛乞丐？来，乞丐捡，捡了！什么乞丐？乱说话！那不是钱吗？你应该叫盖人吧？我这不是帮你取好名字了吗？我不要。
为什么我要付钱？你已经我不要付钱，你已经没有 star 了，你已经不是小朋友了，好吗？哦不，你已经有一个比你还大的妹妹了。丐帮帮主，欸，我以前真的是丐帮帮主，欸，都不知道，我以前都逼他们给我东西捡，欸，逼他们把东西。封册就是到处捡东西啊，捡到我还怕他被封号，欸。我一走出银行，就会有个爱心型的金币给我捡。而且他丢下来的是48块钱的贵的那个宝石，欸，不是小的那一颗，欸，啊，那你有空可以带我去补血吗？我的小红帽好像很痛。你现在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有电脑吗？对啊，他现在在公司啊，还是你公司装魔力宝贝了？还是你把笔电拿回公司玩，这样比较合理吧？左下或右上都会有一间医院啊，在东边跟西边都有一间医院啊，可以。当然不行，哭哦。那不是等我有空，是等你有空，欸，对 ，Joko 今天是等你有空，不是等我们有空，欸。哎，欸，小鱼，其实我们不该在这边，哎，欸，还是你想开宝箱？好，我们去开宝箱啊。那边等级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欸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宝箱可以满足我。那你要开吗？我可以分钥匙给你。没关系，你拿。不要，压力很大，压在我身上。你不要乱说话。那我们拿到钥匙之后，哇，449金币，108金币，449456跟一个面包。你还有456哦？456啊？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地上有一个什么东西？种子问号，欸。我丢的 啊！那能卖钱吗？快好吧，那能卖钱吗？能卖我就留下来了，还要等你哦，喔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后面开到包包嘛，你一样会把那种子扔的，好吗？等后面再说啊。你要捡一块是捡种子，你选。我先看到，好，你先离开队伍。你好，你离开队伍去捡，快点！我在这边。不要，我一个人会死掉啊！你把我当白痴是不是？是啊。你怎么这么过分？熊打痛了，欸，天使小熊，为什么它一定要是绿色的？我不知道。那时候姐问我喜欢什么，我说水蓝色的，结果他给我是绿色的。好优秀哦！我以为蓝色是我最爱的颜色，原来是绿的。
看，耶，宝箱，古钱问号跟阿尔卡迪纳古钱，卡迪亚，卡迪纳，卡迪亚。哎、欸，你有在收集古钱吗？见了，哦，有，他说有，我听到了，他好大声。你公阿小，哦，等一下找他鉴定。好哎、欸，好吧，那我有用了。为什么这些钱都不能堆叠在一起？什么钱？那些宝石啊。哪些宝石？魔石都不能堆在一起、欸。那、啊、钱不价格不一样啊。可是我有四个，四个都不能堆在一起、欸。它不是只有两个价格吗？三小的有三个价格。哭啊！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你有四个，那一定会有一个是可以堆的啊。对啊，我是堆不起来啊。你不可能，你一定有问题。我一定有问题，你一定有问题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？你一定智商有缺陷。你才缺陷呢、欸！不可能四个叠不起来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它不是只有三个价钱吗？不是两、啊、个价钱吗？三个啦！你等一下一路分享，我看你怎么叠，我一定要怼你。我分享分享嘛。稍早还叫你一幕分享，不要，搞不好真的是受伤。不是嘴，我的几率很高、哦。分享分享分享，不是嘴，那是骄傲。分享。我现在是哪一只啊？这只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分享你桌布啦。好了吗？不是，好，打开包包。不是这一只，不是这一只。好，我分享整个画面给你看呢、啊。哦，来这个啊，你看叠，不是不是，你这样叠就错了，你这样叠就错了，你白痴哦、喔！你看哦、喔，你刚刚从 A 叠到 B 嘛，你又拿了 B 去叠到可能是 A 的东西。不是我这样拿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对对应该是这样子。樣你看叠、欸、起来了嘛，然后你下面再给叠叠看。笑到手抖，没了啦。好，那就没了。你看，怎么可能一个叠不起来的白痴？我跟你讲，他怎么叠的哦、喔。来来来来，比如说，这个就是那个魔石。公什么？他可以这样子叠，他没有，他是这样子，先从你看、喔，先从 A 叠到这个，再从这个叠到这个。我说这样他叠不起来啊，你应该是要这样子，这个叠过来，然后这个再叠过来才行啊。傻眼，好笑，崩溃！宝箱，卡片问号，钱问号，种子问号。好，那你那种子等一下给我解吧。好喂，古钱呢？也可以给我解啊。那我什么都给你解，我玩什么？那你不要给啊！笑到，不是，抖抖。那个，你现在拿也没有用啊！那我拿什么？我要剪出来，不要逼我！我笑到眼泪都流出来。你好白痴哦！啊！我
看到你寄精华时间了。嗯，你讲的都是这种话啊？嗯嗯。你怎么讲得出这种话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记得那时候不是刚下楼梯的时候，马上就有一个宝箱吗？啊，怎么不见了？不是刚开了吗？不是不是，下楼我们所以踩在宝箱上啊，这边吧，这个啦，对啦，好扯哦，番茄，九一一，问号，古钱问号，42哎，五五九一五哎，对啊，好多、哦，我都是宝石问号跟古钱问号，又不是我的东西，你可以拿走啊。那就那个也没什么用啊，你丢地上只有你会捡而已啊。噔噔噔啊！我的，啊，干嘛啦？被咬到哦！跟你讲，打完这个掉的卡片也是给我姐，不过我姐应该是有了啦，她应该给你，你看她可以拿去卖。好，欸、种子鉴定好像可以卖400块吧，还多少？欸、没有没有那么多，没那么多。我爸没那个钱，没有那个家，我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我也没有啊，我说我可能掉啊。你食物全放在店里了，干！你们真的是哪个都要忘在店里，小雨也忘，你也忘 ，Yoko 也忘，还记得上次？上次不是就是谁先忘了，然后换那个小鱼啊 ？Yoko 先忘，再换小鱼啊？现在换你的吗？对啊，会传染的。昨天一个耳包、眼包跟那个的，一个忘健忘的。你晚点再回去呢？好啊，现在又晚点，晚点了是不是？真的又要晚点了，就要一点半了，又要一点半了。你要给阿姨搞是不是？他对那个阿姨念念不忘，还回去给他搞，莫齿难忘。很扯哎、欸，姜还是老的辣，真的。最近不是姐姐比懂比较多了有没有？阿姨不只懂还会，还有钱啊！风吉啊！啊，钱一定要拿 Switch 吗？你可以不拿吗？你可以不要把我抛下我们？你可以不要为了阿姨抛下我们吗？你可以叫阿姨送过来吗？对啊，你可以穿着女仆装说：“阿姨，欢迎回来。”有病、啊！外传讯息跟阿姨说：“我穿着女仆装等你。”要一点了，阿茄。哎，哎，要给他压力啦。他刚刚已经让阿姨压过了，你不要再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他在下面休息区了，把他拉上来。阿茄吗？你要休息一下。你先喘口气。你很喘呢、欸。阿茄还好吗？不要那么喘。还可以啦。还可以呢。只是讲，然后去店里拿食物取回来，好麻烦。嗯，叫阿姨送过来啊。要，每年固定的。那魔力有我什么？怎么了？有我姐啊，我怎么知道她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你不要那么笑。为了犒赏自己，我还买了一杯无糖绿茶来喝。你好扯！你为了无糖绿茶泡下我们？我就顺便买了，你要带酒吗？我们也是顺便的啊，我们也是顺便的、啊。怎么我们要耐久？摩羯耐久？你们在摩羯酒吗？魔界魔界有矮人的那个吗？有巨人跟矮人的那个吗？對對對對，还有妖精精灵。我看来就在摩羯了。耐久啊，没错啊。珍珠呢？对啊，珍珠呢？阿茄。珍珠。美人鱼啊。谁绿茶会加珍珠？嗯，谁绿茶会加珍珠？会啊，会吗？会啊。
是什么邪魔歪道？你才邪！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下面那个是什么？僵尸啊，没看过。那就是问了之后会来跟你触发战斗的东西。好吧。而且打完之后只有经验一。你要打、啊？那我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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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而且好扯哦，都没卖武器以下的弓箭。为什么没有宝箱？宝箱什么时候会刷新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以前是就他会说什么地图快消失了，那时候才会刷新。啊，这个伺服器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时候走一走，宝箱突然蹦到你前面来。我好想他刷新哦。好啦，我们再开一个宝箱就回家吧。好。走到底再走上来就会刷新了，你确定呢？真的吗？如果你骗我怎么办？如果你骗我，你就要抖泪好不好？抖泪，抖泪、哦！你在讲话，你在讲错话，不是我咬他，不是我，看对，没错，哈哈，打你，又是谁笑？又翻星星对不对？星星就是那个坏人。不用，我现在控繁星星的画面哦、喔，你要讲清楚，我射下去了哦、喔。繁星就是那个小繁星，繁星星就是那个小繁星。那你等下怎么组队啊？你们已经五个人了，我没有要组啦，我等下休息了啦。你等下休息了？我们，我等下休息。没有我们。嗯。等下还有一个啊，凯兰不知道去哪里。变了。他去吃饭呢、啊。哦。我就玩了一个，多创角色穿成柯南的一个传教士。那等下三个人刚刚好，小鱼现在几个人？16，带到20，对啊，对，卡好戏。不会是的，我那只611耶。我来。不要。嗯。买个孤品哦，你有没有自攻的啊？没有啊。好吧，你要几等功啊？啊！哦哦哦哦哦！水寒鼠不用魔法哦，我点力量的哎、欸，我这是水寒鼠点力量，你要看一下157哎、欸。我这只水蓝鼠目前有的技能只有一招，叫做宠物邮件。我魔宠应该换另外一只啦。好，特殊点法不会啊！我以前在那个旧的伺服器，那时候就是点力量嘛，虽然打不是会多，不会说到很痛，但是。就老鼠系的就有十个格子啊，然后魔又偏多，就不怕魔不够用，因为后面放一些四季之后，螳螂啦，几场战斗魔就没有了啊。因为有时候感觉螳螂放技能伤害就很高嘛，啊伤害会溢出来，就觉得水蓝鼠就差不多刚刚好。你看。现在螳螂只有等294啊，这个396，
快带一个宝箱。哎呦，怎么都是人？他们是不是在这边幽会？打麻将吧，打输，刚刚看得出来，这有一个脱光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就一个僵尸，也敢出来，对不对？反正走到底了哎、欸。那会刷新吗？他刚刚说会刷新。他说走到底啊，走到底应该就是走到最下面，我们还要找一个水晶，找到水晶才会出去。啊！完蛋！这个宝箱好酷哦。对，这个叫白色的。白色的，那这个要么啊，他要闯游过去了。不用啦。我是吐了下人香哎、欸，好可惜。我直接去商城买一把就好了。也是啊，可是你有点吗？我有啊，我还有。你要那，那你买一把吧。好啊。结果看起来是吐了下人香，哇，好贵哦、喔。商城购物。我也要买，买什么？六八。没有啦。你有吗？你有存、欸？你上次有存吗？你没有吧？没有。对啊，那个、啊、特殊道具白钥匙购买。嗯，摩羯，繁星。抱歉，在刷，在购物。虾皮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买了啊！你要按商城领取、啊，我领了啊！请十秒后再来。嗯，什么免运？什么意思？他应该用宠物邮件送过去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猜错了。我买了啊，哎、欸，买失败吗？哦，摩羯，繁星一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对，应该好了，好了，五块，开喽，好，宝石问号，亲子洞。回复跟2719元，干，有点烂，2700耶。虽然对现在物价来说，你看想想当时多少钱，啊，你宝石这些可以一样是给我姐啊。好，没有，你又没有要做东西，你这个留下来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。而且白箱子这些开出来是天等级会再高一些些的。不会是一两等的啦，可能会五六等以上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可是它可能不是紫宝石啊，可能是那个另外一个宝石骑士吧，还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它是白色的，有点像珍珠的。嗯，猫眼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开完了，还有什么？再看一下。好多哦，要数喽，要数喽。对，阿钱，我螳螂死了。你的螳螂，你的螳螂33000死了。好吧，等33000死掉我们再走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学气绝回复，派得上用场了。谢咯。死了之后再复活，然后之后再死一次。那顺便练气绝。对，
高手气卷很低，我看起来很多二啊，多少也才二而已。那要练气卷啊，我传教也要练气卷。嗯，就互相放啊。啊。可是我要去砍村落才有经验。没有啦，乱讲的啦。那你们后面要练技能也是要去的。没有，我姐啦。哦。一直在隔空跟我喊话。好了，就这个上去的路了。这边其实打另外一个那个任务的，所以好没刷新，好啦，就先这样啦。我把小鱼交给番茄了。好哦。怎么了？没有啊。你怎么？你真的很不开心？没有不开心啊。你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堆东西，问号到给我姐了。不是啦，啊，你感觉就很像是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番茄都没有帮我买无糖绿茶加珍珠，我要送到哪里去？是不是？对啊，他都刚刚讲说要邮寄到淡水给我喝了，啊，我们直接见面，我买给你喝了，不是葡萄，他说葡萄绿茶。葡萄又绿茶、哦、对，葡萄又绿茶，他说要给我喝，给我就寄过去，你有本事给我喝。你看他都有这个心了，你怎么可以输他？好，回家，小宇宙，先赚了2700。哎、欸，你在哪？哦，我们去银行前面吧，来银行前面。哦，干嘛？点错的东西。我看到他切了。我要先带你去救治忍者吗？你？你确定？现在还没饿死哎、欸？还没饿死吗？所以你真的要的话要晚一点。你哪一只？哎、欸，不一定都是你解的。不是。对啊，这不是啦，我姐就这几只啊。哎、欸，你下来一点啊，东西有点多啊。啊，我说东西有点多啊。我要丢了吗？还没。你等一下会看到很像你的人冲出来捡。这怎么是很像我的人？从另外一个宇宙跑过来的小鱼，屁的！哎、hey ，好，可以扔了吗？等一下哦，那我们要等凯兰吗？等一下，小鱼过来，在哪里？哎、hey ，你多做一顶了啦，他有一只要当猎。当忍者啦！哦，四级的白痴哦！我捡了，然后呢？啊，那你再多捡一顶，可以给九口。好。你可以扔了。就扔了，好。嗯。啊，你那个帽子可以先存进银行。我还有一个人呢、啊。
他了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帽子可以沉浸银行。嗯。那我有一个面包。你可以之后出去跟我练的时候吃啊。跟你练才能吃哦，跟发情练不能吃哦。你吃不到啊。哦、你吃不到、啊。你现在有放过技能吗？你会什么普攻、欸？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快了啦，你今天可以学到乱射了。好了，你先关台去睡觉。什么？哎、欸，要干嘛？等下我姐不知道干嘛，她说她不能打中文。哦，哦，她在跟番茄讲话。哦，她没事了。我是说嘿，不是哎、欸。好啦，先这样啦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我关台啦，等一下什么啦？不给我关台。加班喽。加班，加班。